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心。我的女儿青青喜欢看小说，特别是那种真假千金文。我听到过很多次，她和同学谈论，要是我也被报错的就好了。其实我本来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我皱皱眉，但也没说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孩子爱幻想也很正常。 但我没料到，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在我头上。青青竟然是房地产老总的亲生女儿，一排豪车停在这个小村子里，青青惊喜的简直要昏过去。真的吗？我真的是江家大小姐？他反复询问秘书，把亲子鉴定看了又看，迫不及待想知道关于亲生父母的一切。我默不作声的听着，询问秘书。 我能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江家一趟？秘书一愣，说自己要请示一下。青青好像才意识到我就在旁边，尴尬的收了笑。晚上我的胳膊，妈，我就是太意外了。你放心，我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我会记得你和爸爸对我的好的。他眼角眉梢藏不住的喜悦，我养了他十五年，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我拍拍他的手，转身去屋里收拾了一包东西，逐渐驶入繁华的城市。青青一直趴在车窗上啧啧惊叹。我也带他来过城里，他什么都见过，只是见过和拥有是两码事。江家的别墅很大，还带花园和游泳池。青青折下一朵最漂亮的玫瑰，蹦蹦跳跳的去见江夫人。或许是母女连心。 我第一眼就注意到楼梯上脸色苍白的女孩，真假千金的另一位主角假千金江雅芝，她咬着嘴唇，眼圈泛红的看着江夫人和青青抱在一起。我看见了她眼里的不甘和委屈。我深吸一口气，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江夫人，既然事情水落石出，我就带我女儿回去了。 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静将夫人皱眉。我没有说要赶她走。我看见青青明显僵硬一瞬，眼神闪烁起来。我指着那包东西说：“青青，这是你爱吃的腊肠和泡菜，以后照顾好自己。”然后干脆利落的转身，冲楼上的女孩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走，妈妈带你回家。” 江雅芝哭着和江夫人抱在一起，妈妈，她泣不成声，一直在喊妈妈。江夫人对我说：“我们家完全有能力多养一个女儿，她留下来也无妨。”我很平静。出了这种事不是谁的错，但你不能剥夺我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况且青青刚回江家，你们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 我虽然是个农村妇人，没什么远见卓识，但我很清楚，让我带亲生女儿走，才是对两个孩子都好的选择。临走的时候，江夫人说：“这里永远是她的家，随时可以回来看他们。”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轻轻挽紧了江夫人的胳膊，仍是笑着，却没有来时那么开心灿烂了。 我摇摇头，在心底深深叹了口气。车里很沉默，江雅芝一句话不说。我简单问了她几个问题，以后我叫你滋滋。她只是点头摇头，也不看我，一直盯着手机发呆。我叹口气：“你是不是在怨我？为什么一定要带你离开？”她不说话，默认了。我并没有生气。 他在舒适圈里待了那么多年，突然冒出不认识的亲人带走他，要重新去适应陌生的环境和生活。他才十五岁，谁也不能去苛求他什么。我说，因为我知道你留下不会快乐的。他抬头跟我说了第一句话：“你凭什么这么说？”他在控诉，甚至是责怪、懊悔。我没有回答，只是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我没有让秘书把我们送到门口，在村子附近就停下了。你以后在这里生活，可以先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我本来想帮他拉行李箱，但他很抗拒，我也没有强求。现在已经过了饭点，金灿灿的夕阳笼罩着群山和村庄。我给他介绍这里的一砖一瓦。路过一片红薯地，我跳下田埂。 挖了两个红薯，就着在沟里洗干净，递给他。芝芝很震惊：“这是你家的吗？你，你这是偷东西？”我笑了：“这是你二叔家种的，你放心吧，没事的。”但他还是很迟疑：“生吃吗？不干净吧？”我咔嚓一声，咬得清脆：“这是山泉水，而且地里不打药，你试试看，很甜的。” 他很犹豫，肚子却率先抗议起来。我笑了笑，直接塞进他手里。走在前面，身后传来齿轮滚动的声音，还有小小的咀嚼声。不一会儿，我们就到家了。闻见生人的气味，大黄汪汪地叫起来。阿滋滋被吓了一跳，我连忙道：“你怕狗吗？你先站在外面，我把狗弄走，我把大黄带走。” 为了避免出门又吓到它，我是扛着狗翻墙走的。我不知道你怕狗，不过大黄很乖的。你待一段时间，它就不会冲你叫了。我带它进屋坐下，你休息一会儿。想吃面还是炒饭？滋滋摇头，不用做了。我吃过红薯了。我很不赞同，那是垫肚子的，怎么能当饭吃呢？ 我看见院里刚下了鸡蛋，给你做扬州炒饭，有忌口吗？我动作很快，十分钟一碗香喷喷的炒饭就好了，量比平常青青吃的多一点。虽然他嘴上不说，但骤然得知自己的身世，情绪起伏之下，这几天肯定没有好好吃饭。果然，那一大碗饭他都吃光了。味道怎么样？咸淡合口吗？ 他吃饭速度很快，却也很优雅。吃完以后，把餐具整齐的搁桌上，很好吃。他突然就红了眼圈，他哭得很安静，几乎只是在默默流眼泪。江家高宅大院把他养得像个小公主，皮肤白皙，气质斐然。听说成绩也很好，但今天无忧无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父母不再是父母。 他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他。理智告诉我，得意者永远不无辜。可他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清丽的眉眼和我年轻时如出一辙，我无法不去心疼他。对不起，我。他率先开口，很努力的想憋住眼泪，却还是泣不成声。我上前轻轻抱住他，没关系，哭吧，有什么难过的都哭出来，这里没有别人。 只有咱们娘俩，我一下一下温柔的拍他的背，他僵硬的身体渐渐放松，埋在我怀里放声大哭。我们家四口人，老王在外做工，十岁的小儿子念小学四年级。今天周五，王成成回来了，他对这个新姐姐充满敌意。我姐是王青青，你才不是我姐。我沉下脸，王成成，我和你说过什么？ 不许没礼貌！程程狠狠瞪了芝芝一眼，转身跑了。我深吸一口气，对他解释：“这孩子平常和青青比较亲近，所以芝芝摇,摇摇头，振作精神。我明白，没关系，我会好好和他相处的。两个孩子的关系是我最忧心的事，但这个女孩展现出了我没有想到的任性。”饭桌上。 王成成毫不客气夹走了最瘦的几块粉蒸肉，我以为芝芝会默不作声，但他竟然筷子一伸就要去抢。王成成瞪眼：“你放开滋滋，我也想吃这个。”你夹走好几块了。两人就这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蒸起来，像小鸡掐架。最后的粉蒸肉大战已成，略胜一筹。 而落木城给我加了一些战利品，得意的冲滋滋显摆。滋滋弯起眼睛，安安静静的吃饭，一直到周末。我拿着鸡毛掸子，这批猴子再不写作业，明天我又得去办公室捞他。吱吱路过看见问，问需要帮忙吗？成成对着题目发愁，却还是嘴硬：“谁要你帮？”还一直嘟囔着：“上学有什么用？” 讨厌写作业之类的话，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见识到了知识的力量。晚饭过后，邻居家突然吵闹起来，我们几个连忙去看，原来是邹婶的孙子吃东西卡到了，孩子憋得脸庞涨紫，直翻白眼。邹婶急得掉眼泪，急忙让邹叔去开三轮车。芝芝仔细观察了他的症状，冷静道：“我来试试，我也没看明白。” 他抱着孩子又颠又摁的结果，没几分钟，孩子猛地一阵咳嗽，东西吐出来了。邹婶拉着滋滋，感激涕零。闻声而来的村民也对他竖起大拇指。滋滋被夸的小脸通红，连连摆手。邹婶装了一大堆好吃的送给他，成成羡慕的直流口水，问滋滋是怎么做到的。 滋滋说：“这个叫海姆立克法，你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程程眼睛一亮，滋滋却狡黠一笑。不过你要先把作业做完成。难得安静下来写作业，芝芝也顺势在一旁辅导他。看着他们和谐相处的背影，我终于松了口气。芝芝没有我想的那么脆弱，他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融入这里的生活。 镇上的学校离家有点远，芝芝不习惯寄宿，我给他买了辆自行车，每天披着夕阳回家。程程还小，我的火又都在饭点，所以办了寄宿。有了自行车后，芝芝自告奋勇，每天接送程程上下学，不用整天待在学校。程程乐疯了，一到周末，程程这个坐不住的就拉着芝芝漫山遍野的跑。 他们会给我带回几个果子，一束野花，甚至还有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芝芝脸上的笑容渐渐多起来，遇到邻居还会主动打招呼。晚上吃饭，程程破天荒的给芝芝夹菜，扭扭捏,捏捏道：“你教我的那个心算方法挺管用的。” 我同学都求着我教他们。前天开家长会，老师特地表扬了成绩，中考进步很大，可把这小子得意坏了。为了奖励他，我给他买了一直想要的玩具赛车。滋滋，这个给你。我递给他一个袋子，滋滋打开之后非常惊喜，好漂亮，里面是几条五彩斑斓的小金鱼。我注意到芝芝的手机壳。 书包上都是小鱼的图案，温声道：“喜欢吗？”滋滋用力点头，“嗯，我很久之前就想养鱼了，那为什么没养呢？”“因为我家阿姨她对鱼过敏，也不喜欢鱼。”滋滋顿了一下，情绪有些低落，但顾及我们在场，还是强打起精神说说笑笑。我在心里叹口气，说明天去买个好看的鱼缸。 岔开话题，吃完饭，程一言不发的把滋滋拉出门。这么晚了，你们去哪儿？我也跟上去。结果程程带滋滋去看萤火虫。安静的旷野，只有蝉鸣声声，漫天星光坠落流淌，非常梦幻。滋滋被震撼了，太美了！姐，我们去抓萤火虫吧。程程拉着他在星光里奔跑。 好像两个快乐的小精灵，我也被感染了，伸手一摸，不知何时已流下两行热泪。那天我难得没有催促，任由他们玩到很晚，然后三个人打着手电回家。我们把大黄接回来，我刚把兴奋的程程赶去睡觉，滋滋突然叫我，我僵在原地，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滋滋露出一个柔软的笑。 这几天我有试着去给大黄喂吃的，它已经不冲我叫了。我才擦干的眼泪差点又涌出来，连连答应。再过一周就是暑假，老王要回来了。芝芝本来松弛下去的状态瞬间进入一级警备。我爸他那个人呐、啊，程程挠了挠头，咋说呢？总之你不用理他，让他自己玩自己的就行了。滋滋一头雾水。 老王回家这天，滋滋起了个大早，帮忙喂了鸡之后，就一直在屋里院里来回走，肉眼可见的紧张。闺女在哪呢？老王风尘仆仆的进门，和滋滋迎面撞上，滋滋哽了一下，那句练习了好几天的“霸愣是没说出口。老王不在意，笑容满满。这孩子长得真俊，跟你妈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 来，这是我给你们娘仨带的礼物。程程如临大敌，一溜烟跑进屋，我也假装没看见。可怜的芝芝还搞不清状况，忙不迭接过，在老王的怂恿下，打开一个闪瞎人眼的粉色公主书包，上面印了红头发的小美人鱼。老王一脸期待：“喜欢吗？”滋滋看他艰难抽动嘴角，似乎想硬着头皮应下。 我连忙出声打断了这场良心的审判，快进屋，就等着你吃饭呢。整个饭桌上都是老王的声音，胡天海的吹，我和成成闷头扒饭。一开始滋滋还应和着，最后也累了，化身麻木的干饭机器。成成的礼物是会发光的奥特曼背心，我的则是有赤橙红绿青蓝紫的七彩眼影盒，很不错，稳定发挥。 卧室里，老王感叹：“回来之前，我还担心和女儿相处不好，多虑了。这孩子跟你长得太像了，让我自然而然的就想对她好。”肉麻，我切了一声：“你应该庆幸这是个好脾气的姑娘。”老王嘿嘿傻笑：“我给青青也带了礼物，等哪天我去看看她。”我警告心的瞪他一眼：“你可别在芝芝面前乱说话。” 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别让他多想。老王连连表示放心。他这次回家要待两个多星期，时不时就背着我给俩孩子零花钱。成成高兴坏了，对芝芝的态度越发殷勤。看来他也知道自己沾了谁的光。饭后，芝芝犹豫一会儿：“妈，我有几个同学想来看看我，顺带来玩几天。” 我好事要来多少人？芝芝还不确定，可能有三四个。芝芝以前条件好，同学肯定也不差，我可不能让他被人寒碜。我忙活了好几天，囤了很多菜，打扫出两间屋子。芝芝和程程也跟我一块忙活。老王负责拾到院子，来了四个小孩，三女一男。他们刚进院子，拴在墙角的大黄。 就汪汪的叫起来，滋滋连忙过去轻摸它的头。几个女生有点被吓到，但男生一脸兴奋：“这狗好帅呀、啊！”芝芝和我介绍：“妈，这是来雪，同月轩轩，那个是高亚飞。”我招呼女孩子们进屋，高亚飞还在院子里盯着大黄看。芝芝说：“他家里是开宠物医院的，所以特别喜欢动物。” 果然都是些家境优渥的孩子，可芝芝依旧笑容大方，并未扭捏。我松了口气，一桌都是硬菜，少年人长身体，吃的很香。等会儿咱们去哪玩呢？我笑道：“把程程带上吧。”说起玩，可没人比这臭小子懂行。程程想了想，眼睛一亮：“那要不我们去山上找菌子吧？”我和老王对视一眼。 这个不错，明天还可以给你们煮汤。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我和老王也一起上山。精力旺盛的孩子们一个个挎着小竹篮，都很兴奋。我是第一朵，高亚飞是男孩，跟着程程满山乱窜。不一会儿就传来喜讯，几个孩子也不甘落后，撒开网去。我找到其中一个，你好，来雪是吧？ 阿姨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斟酌一下，青青在学校还好吗？自从青青离开，我们只短暂的通过一次电话，没说几句，他就被叫走了。来雪有点猛，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我和他不是一个班，不太熟，但看起来还不错吧。我本来有些担心，他这么一说也放心了。彩君活动结束，大家收获颇丰。 我和老王把不能吃的挑出来，顺带教他们怎么辨别毒蘑菇。回去的路上，芝芝带女孩子们去摘野花，女孩子手巧，编了很多花环。傍晚，老王给他们榨了橙汁，孩子们在楼顶看晚霞，我在厨房忙活。芝芝进来，麻烦还要等一会儿，你们少喝点，要不等会儿吃不下了。身后没动静，我察觉到什么？ 转过身，滋滋突然抱住我。“对不起。”我愣住，怎么了？这时，芝芝埋在我怀里，声音闷闷的：“今天在林子里，我听到你问来雪的话了。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可以和他和平相处，江家那么大，只要我不计较就行了。可是我发现我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度，我会忍不住讨厌他。”滋滋的声音带上一分颤抖。 我知道他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我还是忍不住。我会想，要是他没有出现该多好，我就不会变成一个假的江家千金，不会失去我拥有的一切。对不起，妈，他不是在跟我道歉，他在为自己控制不住的恶意而感到不安和愧疚。我抱住他，妈妈明白，没关系的。他抬起头，被泪水洗过的眼睛格外清澈。妈。 谢谢你带我回家。第二天，几个孩子听说我要去给办喜事的人家做厨，居然也很感兴趣。农村的席面和城里不大一样，我怕他们吃不惯。吱吱笑眯眯，没关系，让他们去吧。结果几个人被热情的大叔大娘围攻，一个个撑得脸色扭曲，滋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少年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家境的差距而消弭。看到芝芝开心，我特别欣慰。他们待了几天，就在启程要回去的时候，一辆车驶进村子。青青竟然毫无预兆地来了。她推开门，就给了我一个熊抱：“妈咪，我想死你了！快来看我给你们带的礼物。”芝芝听见声音，来到院子：“妈，谁来？”声音戛然而止。 两个女孩对上眼，轻易地挽上我的胳膊。妈咪，咱们进去吧。直接无视了滋滋，她径直往自己的房间走。发现东西没动过之后，松了口气。滋滋的房间就在隔壁，门开着。几个女生看见她都是一静，大概只有程程一个人没心没肺。姐，你回来了？妈没跟我说呀。 青青看见茶几上原来放着她最喜欢的花，现在变成了一个鱼缸；沙发上的麦兜玩偶也变成了素色抱枕。她淡了笑：“我回家还要提前说吗？”这下连程程都愣住了。青青很快调整：“成姐姐给你买了名牌衣服和玩具，去看看喜欢吗？”他又和我说：“妈咪，我给你买了最贵的化妆品，还有爹地的。” 你们快来看我！打断他，青青，你应该提前说一声的。青青一顿，突然就红了眼圈。妈，就算我被认回去了，也是你的女儿啊，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深深叹口气，把她带进她的房间。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你看，你的房间还和以前一样，但是你想一想。 如果此时此刻芝芝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进出江家，你能保证心里什么疙瘩都没有吗？青青嘴唇翕动，几乎哭出来。我养了他十五年，当初选择把芝芝带回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了解青青，他是个好孩子。但平心而论，如果只留在江家， 我不觉得青青可以毫无芥蒂的和他相处，这局面绝不是我想看到的。青青把自己关在房间，一直到老王把同学们送走。到了饭点，我正想去叫他，被吱吱拦住。他深吸一口气：“我去吧。”看我一脸担心，吱吱笑了一下：“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的问题还是让当事人来解决比较好。你们先吃。” 不用等我们了，一顿饭吃的我心不在焉，就连一向聒噪的老王都闷不吭声。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足足两个多小时。最后两个女孩一起出来，芝芝很平静，倒是青青脸色复杂。我热饭的时候发现她一直在发呆。青青第二天就离开了。我问芝芝和她说了些什么，芝芝笑了笑说：“这是秘密。”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年关。我带着两个孩子去采办年货。程程期末考得很好，理直气壮的让我买着买呢。大年三十，姐弟俩在门口贴春联，为怎么分上下联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晚上去放烟花，滋滋，甚至比程程都兴奋。老王看他们高兴，大手一挥，直接去拉了一箱。 我给他们一人包了一个大红包，程程兴奋的闹到半夜，滋滋也笑得眉眼弯弯，总算闹完了。我接到青青的电话，妈，红包收到了，新年快乐。我笑了，新年快乐。你还没睡吗？以前守岁可就你最先撑不住。那头安静了一会儿，转移话题，说过几天来给我们拜年。 自从上次他们谈过之后，青青时不时就会给我打个电话唠唠家常。但这次我感觉有点不对劲。滋滋，你睡了吗？听完我的问题，滋滋想了想，说：“江家没有守岁的习惯，江叔叔要参加年会，都是生意上的朋友，每次都会喝多。江阿姨从来不熬夜的，十点就睡了。我那江家过年一般干什么呢？” 滋滋愣了一下，发压岁钱。江家不是很看重这些节日，除了不守岁，也不贴春联、年货，这些管家会搞定。年夜饭定在顶级餐厅，或者让私厨做。过了三十再参加一场家族聚会，知道？然后年就过完了。怪不得青青那么奇怪，想必是不适应。我叹口气，轻轻说。 过几天会来咱家拜年，芝芝点头，迟疑了一下：“妈，到时候我也想回去一趟。”我笑了：“应该的，我让老王给你买点野蜂蜜带上，你二舅家特供，纯天然无污染。”青青来的时候带了大包小包，但他没有上次那么别扭，不仅和芝芝打了招呼，甚至礼物也有他的一份。青青的变化让我惊讶。 也很欣慰，不希望有人因为这件事变成仇人，本来就是我的初衷。青青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十分如鱼得水，饭才吃完就摇人斗地主来了。很多小孩只知一开始有点拘谨，但青青大手一挥，豪气地说：“赢了算他的，输了算自己的。”结果知芝牌运不济。 技术惨烈，青青差点被纸条贴的找不着。北大姐，你看清楚，我是你下家。一整天院子里都是青青的哀嚎，滋滋的对不起和程程毫不留情的嘲笑。晚上三个人你来我往，争夺最后一块红烧肉的归属。还是妈做的饭好吃。青青毫无形象的瘫在沙发上，和滋滋一头一尾。 可怜的成程,程只能分到一个当姑六婆，特别多，一年不见一次就要拉着你说完一年的话，则只眼睛瞪圆成生无可恋。我无奈的笑笑，想去就去吧，转身拭去眼底的泪光。咱家真好，过完年紧接着就是中考。青青私下里找过我说，她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念市里最好的高中，虽然县重点也不错。 但始终比不上市里的学校。青青，如果你们愿意，我这就去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我那滋滋怎么想？青青犹豫，我没问过。我轻轻梳理着他的头发。那你怎么想？我说了，我觉得他那个脑子应该好好培养。我是说，如果江家愿意供芝芝念书，甚至以后会住回江家，你怎么想？ 轻轻怔住，好一会儿才开口：“妈，我知道你的意思。摸着良心说，一开始我是讨厌他的。江家有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放的都是奖杯奖状。轻轻叹息，他很优秀，会好多东西。我会忍不住想，这个满身荣耀的人，本来应该是我。每次有人提起他，我都觉得是在拿我和他做比较。” 一比较，我就越发讨厌他。可是那天晚上，他找我和我说：“你拥有的并不比我少，我只来了几个月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你呢？真的觉得从前过得不幸福吗？”轻轻抱住我，热泪划过我的脖梗。从小你就教我和弟弟做人做事的道理，吃穿用度从来没有少过我们。 我还是班上第一个有电脑的孩子。小时候我喜欢画画，你给我报了美术兴趣班，我记得那个特别贵，爸总是要先送我去上课才回来吃饭。只是我没上几天就偷懒，不想去。逢年过节、过生日，你们会带我出去玩。我爸老说，只有出去见见世面，将来才能成大器。他越说越哽咽。我是没有住过别墅。 没有吃过豪华大餐，没有被商场当成 V I P 来服务。可我也只是没有住过别墅，没有吃过大餐，没有满身名牌。我一直都在爱里长大，妈，谢谢你们。她抱着我泣不成声，我也泛着泪花，为我的女儿们感到骄傲。去市里念高中，芝芝很惊讶，连忙拒绝。不用，我觉得现重点。滋滋。 你告诉妈妈，你想不想去？我温柔的看着他，别怕，告诉我你真实的想法。他迟疑了很久，才轻轻点头。那就去，到时候我给你在校外租个房子，你想住哪里都可以，我们去看你也方便。滋滋摆手，不用了，我寄宿就行了，周末再回来。我佯装生气，你都不想着去看看你爸妈？滋滋一脸呆呀、啊。 我点了点他的额头。你另一对爸妈在市里念书，可以回去看看。他们不想去的时候也可以不去，回来就算了。路程这么长，高中休息的时间本来就少。我和你爸会去看你的。滋滋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可是那里租房子很贵的。”我扑哧一笑：“我是租房子，又不是买房子。你是不是对咱家有啥误解？” 你爸大小是个师傅，我做厨也小有名气，又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等成上高中了，只要他能考上，和你的待遇是一样的。我摸摸他的头。其实这个事就算青青不说，也是我一早就想好的。我不希望家庭束缚你们的脚步，你们将来出人头地，爸妈才是真的高兴。中考结束，芝芝的成绩一骑绝尘。 青青考的也可以，虽然没能上市重点，但有江家的人脉，也念了很不错的学校。房子租的离校区不远，不只是滋滋，青青有时候也去那里住。高中三年，我保持着一个月去看他们一次的频率。还记得某一次碰上老王在家，和我一起去，两个女孩非要做饭给我们吃，说是最近厨艺大涨。 结果我提着筷子，看着桌上娇气扑鼻的茄子和颜色诡异的虾，迟迟下不去手。老王更决定了个闹钟，假装接电话，脚底抹油溜了。芝芝和青青倒是理直气壮的互相甩锅，一个说得了我的真传却不会用，一个说学霸的脑子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一顿饭吃得相当热闹，寒暑假他们也换着过。 每年都能领双份红包，过两个生日。顺带提一句，因为他们的生日是同一天，经过商量，生日的前一天在江家过，后一天在我家过。生日当天是属于他们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那场阴差阳错的人生互换，没有结出恶果，反而开出了最美的花。 高考前的百日誓师大会，学校请家长参加，我代表芝芝的家长参加。看着台上的高三学生代表，心里满是骄傲，真厉害！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保送呢。青青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我很惊讶：“你怎么来了？”我们开完了，反正也无聊，就来看看喽。我，你说芝芝他保送了？ 那是不是就不用高考了？照理来说是不用，不过他报名了。青青笑得有点得意，肯定想知道为什么，对吧？芝芝一直有在给青青辅导功课，最后这几个月他不用在学业上花心思，打算帮青青搏一搏。报名高考也是为了陪青青一起。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却早已变成亲姐妹。滋滋下来以后。 看见他毫不留情的拎着他去挑卷子，刚才还得意洋洋的人，眨眼变得苦大仇深。你很厉害呀、啊，是江夫人，她去给青青开誓师会了。几年不见，时光没有在江夫人脸上留下丝毫痕迹，还是那么优雅从容。乍一听这话还怪阴阳的，江夫人笑了一下，真心的。 我见过太多人为了利益争得头破血流，亲人反目，子女成仇，在我这个圈子里数不胜数。他们能做到今天这样，很不容易。你把青青教得很好，江夫人感叹。有件事你可能不大了解，青青她一直都没有改名，她从来没有忘记你们对她的养育之恩。我也笑了。巧了，芝芝也没有。 你也很厉害，芝芝也被你教的很好。两位母亲相视一笑。迄今为止，王青青、江雅芝他们仍是自己身世是假的，可成长是真的。只要付出真心，不管有没有千金身份，善良与爱都会一直存在。紧锣密鼓的高考结束，我、程程和老王还有江家夫妇都来接他们，江家做东。 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全场只有一个人不开心。暑假一过成就是初三生，这臭小子成绩不上不下的吊在那里，想上是重点，非常悬。爸妈，你们望女成凤就行了，能把我当个屁放了吗？我还没张嘴，两个姐姐就瞬间回头。暑假你哪也不许去，补习班都联系好了。 我们空了也会监督你的。程程哭丧着脸，在他眼里，两个宠爱他的姐姐大概已经变成了两尊煞神。江夫人很同情，说上不了是重点，也能给他安排学校。不行，他想得美。俩姑娘异口同声，程程泪奔，还有天理吗？大学志愿，他们报了同一个城市。 成中考的时候，两人还特意回来助威。分数下来高了是重点一分，成成高兴的好像范进中举，捧着通知书就像捧着圣旨。为了庆祝，我和老王打算带着三个孩子出门旅游，结果江家听说以后直接带着他们仨出国了一趟。好家伙，我都酸了。大二的时候，青青交了男朋友。 一整个化身媒婆，立志要让芝芝也脱单。妈，你看这个怎么样？我们细草，我还没看清，他就缩回去。不行不行，听说这家伙前女友多这个呢。我们部长也是大学霸，则也不行，搞计算机以后容易秃头。我都气笑了，调侃道：“怎么比你自己找对象要求还高？”那当然。 他脱口而出：“他那样的配不上芝芝。”我成高三的时候出了场车祸，不是很严重，但刚好伤到右手，耽误了高考。两个姐姐当晚就不约而同的飞回来，脸色比程程这个当事人还凝重。结果还得程程反过来安慰他们：“放心吧，不就是复读一年吗？让哥的传说再在学校延续一年不好吗？” 最后兴许是多来一年的把加成考得非常好，要是搁我们这儿就是妥妥的现状元。彼时两个姐姐都步入工作，一人给他包了个大红包，再加上我和老王的江家夫妇的，给这小子嘴都笑歪了。两个姐姐负责送他去上学，我和老王把他们送到车站，三个孩子一个人给了我们一个拥抱。爸妈，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 按时体检，给你们买的按摩仪要经常用。我们走了，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的。三个孩子的背影消失在阳光尽头，许是阳光过于灿烂，不知不觉泪水已经盈满眼眶。老王拉住我的手，这个一向审美炸裂、心底天宽的男人，极尽温柔地把我抱进怀里。孩子们走了，还有我呢。 再也没人跟我抢最心爱的老婆了。他笑眯眯道：“走，回家，我新学了红烧狮子头，给你尝尝。”我破涕为笑，握紧他的手。好，回家。我是滋滋，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头上。我竟然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等待亲子鉴定的时间里，我非常恐慌。农村。 我能联想到的就是烈日、农活、斤斤计较的村民和大字不识的父母。我想留下，如果真的让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宁可撇下自尊。生母出现了，她要带我离开，我哭得很伤心。江夫人也愿意我留下，但生母很坚持。至于为什么没有反对，大概是因为我扑在江夫人怀里哭的时候。 我看见他眼里不是指责，而是心疼。我想好了，我去试试看。如果不行，我宁可搬出去住他。他给我置办的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很少过问我的私事，会留心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细心收好那个女孩的东西。出去也会提前和我说，因为我大黄被送去寄养。我看见他经常提着东西去感谢。 却绝口不提要把狗接回来的话，他好像真的有努力对我好，所以我决定也努力一次。家里有个弟弟，对我敌意很大，我尝试着和他相处，发现这孩子就是个没心没肺的。我每天接送他上下学，他只要买零食就会有我一份。他带着我走过村子每一个角落，告诉我哪里有狗，哪里有乐子。 哪里适合散步？看出我不开心，还会带我去看萤火虫。我突然发现这里的生活也不是很糟糕。其次是我的生父，一见面就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但总的来说还不错的一个人。虽然没有完全适应，但这里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因此，好朋友想来看看的时候，我没有拒绝。一家人都很重视。 连程永远灰不溜秋的书包都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玩得很开心。晚上来雪问我后不后悔来到这里，我第一次那么坚定地回答：我不后悔。后来青青出现了，她不喜欢我这件事，从见她第一眼我就知道。但我已经想开了，我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可我也得到了很多，而这些都是你曾经拥有的。 也是在江家生活的，我不曾体验过的。我笑得很真诚，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心有不甘。事实上，哪怕我现在回到江家，也不会习惯那种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了。看着他的眼睛，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春节过得很欢乐，白天晚上高兴玩，一看手机，江阿姨九点半给我发了红包。 其实我很不习惯这个称呼，一开始时刻都要提醒自己，可后来我发现生母根本不在意，她比我想象中更豁达。青青来拜年，拉我去斗地主，他会一边痛骂我笨，一边耐心的教我。最后他被贴了满脸条子，给了我一个脑包，然后嬉笑着拍照留念。我和他还有程程一起回江家，我的房间原封不动。 爸妈还提前备了我爱吃的菜，青青拉我去看她种的小萝卜。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家里的花园会种出萝卜。看着青青自豪的脸，我莫名想笑。再后来，爸妈给我在校外租了房子，青青也常过来。每次洗衣服、点外卖都会捎上我。江家只有一个女儿，我没有体会过有兄弟姐妹的生活。 现在有两对爱我的父母，一个善良可爱的姐姐，一个嘴硬心软的小弟。不是全天下的人都像我一样幸运，可我却遇到了那一亿万的概率。我曾以为我的生活出现可怕的裂缝，却没想到那里照进来了一束更明媚的阳光。我是青青，你有没有幻想过变成一个有钱人？我不仅幻想过，还实现了。 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别墅有管家，有司机，父母给零花钱都是五位数起步。我太兴奋了，忙不迭和最好的朋友分享。那你以后是不是就不回来了？好朋友问我，秦怡很舍不得你吧？我一愣，妈好像从来没有挽留过我。认亲当天，她就带着江雅芝回家了。我是不是伤她的心了？ 没事的，以后我会补偿他们的。我这样想，豪门的日子很畅快，亲生爸妈有愧于我，什么都给我最好的，可我还是觉得不得劲。我在学校的荣誉墙上看见他，在老师同学口中听到他，走廊尽头的房间里锁着满满优秀的证明。没有人说我不如他，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从小就是在江家长大。 这满身光芒的就应该是我，而不是他。一次我感冒了，昏昏沉沉中，医生给我打了针。爸爸在谈生意，妈妈身体不好，不能久留。医生两个小时会进来看一次，温柔地问我好点没有。恍惚中，我好像看见我妈每次生病，我什么都吃不下，她就会给我熬一大碗蔬菜糊糊，一点一点喂我。 突如其来的委屈让我有种被全世界抛弃的错觉，我越发讨厌那个女生。曾经是因为她占了我的东西，现在是因为她占了我的东西。身上越来越难受，心里的恶意也打开缺口，像怪兽一样跑出来。第二天病好了，我迫不及待的让司机送我回去，我几乎控制不住的去针对她。 可他没有像小说里那样和我针锋相对，他比我更早想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惊觉我差点成了以前最爱吐槽的那种满脑子心机算计的角色。我心神不宁地回江家，却看到了我爸送来的东西。因为了解他，所以放在角落没有拆。礼物的审美依旧稀碎的感人，但里面一个小小的锦囊吸引了我的目光。 里面有一把钥匙，家门的钥匙。身世曝光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回家。现在没有，只言片语却让我彻底破防。不管你拥有了多少，还需不需要？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握着钥匙哭了很久，最后擦干眼泪，给妈妈打电话。从今天起，我王青青有两个家了。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分享最走心的故事，品味最多样的人生，借鉴最契合的处事态度。跟顾恒退婚后，我们在医院产科迎面碰上，他和白月光十指紧扣，举止亲密。看到我手里的孕检单，白月光红了眼眶。顾恒蹙眉，神色凉薄，处理掉，不要自讨没趣。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不是你的。 后来他语气隐忍，不是我的我也认。却见宋庭川裹着浴巾，裸着精壮上半身，从浴室悠悠踱步过来。顾总，老婆和孩子，你逮着一个人的薅。顾恒发来取消订婚的信息时，我正在盯着酒店布置场地和司仪敲定细节。沈岩回来了，订婚取消。我盯着微信，呼吸停滞了一秒，僵在原地。 四姨说的话尽在耳边，我却什么也没听清。然后我颤着手打字，顾恒回得很快，没有丝毫迟疑。他确诊了抑郁症，要回国治疗，不能受刺激。我想起昨晚沈岩发来挑衅的信息：“只要我想，你们这辈子定不成婚。”我原以为这次两家亲友都已通知顾恒，不会再陪着沈岩胡闹。 却还是低估了沈岩在他心里的重要性。我忍着怒意，手指飞速在手机屏上敲击。他什么时候痊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订婚？我无意再去和顾恒争执沈岩是否得病。即便拆穿了沈岩的谎言，在顾恒眼里也是我无理取闹。他没再回复我的消息，石沉大海。我像被人四九天泼了一盆凉水。 冷意从脚底蔓延到指尖，他习惯了在我们的问题上选择逃避，在他眼里，气消了我会主动回去，可这次我真的累了，没有心情再去和沈岩争他的爱，也没有精力再去等他下一次。愧疚和承诺叫停了酒店布置的工作人员赔了违约金，我给顾恒发了个信息，各自通知亲友，他回的简单明了。 好，我自嘲的笑了笑，将顾恒从好友列表里删除。和顾恒这七年分分合合，每一次都跟沈岩有关。他爱沈岩，娶不了她，不爱我，却只能娶我。顾恒的母亲曾直白的跟我说过，她没有嫌弃如今落魄的林家，扛下压力，认下这门婚约，是觉得我有几分姿色。 又有和顾恒青梅竹马的情谊，希望我能拴住顾恒，赶走他身边那个痴心妄想的女人。我也曾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只要一直待在顾恒身边，总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可惜没有等来那一天，我对顾恒的爱已经一点一点消磨殆尽。回到别墅收拾行李时，顾恒还没回来，他在餐厅陪沈岩吃晚饭。 沈岩发的朋友圈虽然没有露出顾恒的脸，却清楚地拍到了顾恒手上的戒指。我和他一起挑选的订婚对戒，我将手上的戒指脱下来放在餐桌上，思来想去，没有引起他注意的必要。我拿起戒指扔进了冲水马桶，拉着行李箱刚走到门口，顾恒就抱着沈岩进了门。好久不见。 我大方地朝沈岩打招呼，沈岩有些惊慌，不知所措地看向顾恒。大抵我从前但凡见他，被他两句话一挑拨，就歇斯底里的像个泼妇。现在这般情绪稳定的样子，倒让他无所适从了。顾恒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行李箱上，只诧异了一瞬，就面色如常。也好，你搬出去住一阵子。 更利于妍妍恢复，让准未婚妻搬出婚房给白月光养病。这么无耻的话被顾恒说的理所当然。这么渣的男人，我竟然爱了七年，我懒得和他再周旋，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的离开。走远前，我听见顾恒说：“别管他，不用招手，自己就会求着要回来。”沈妍娇嗔：“我生气，你也不哄我吗？” 我哪里舍得惹你生气？我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加快了脚步。我搬回了自己买的公寓，楼下是繁华的商区。我喜欢热闹有烟火气的地方。顾恒喜欢安静，他讨厌这个公寓，更厌恶我公寓的邻居宋廷川，和他一样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顾恒讨厌宋廷川。 大抵是他既羡慕宋廷川为爱抗争的勇气，又没有宋廷川为爱和家里决裂的能力。这位宋公子可比顾恒峰多了。宋廷川要娶进门的女人是从入圈就桃色新闻缠身的三线女星宋佳蓉，不下娱乐圈的戏子，坐上继承人太太的位子，宋廷川就甘愿出来自立门户，也不和家里妥协。 比起既要又要的顾恒，我倒是真心佩服这位纯爱战士。搬出来当晚，顾恒破天荒地主动给我打了电话：“你留下来的东西，我怕沈岩看到心里不舒服。你现在搬到哪儿？我给你送过去。”依旧一副高高在上施舍的语气。我没有停下叠放衣服的手，用肩膀夹着手机回得漫不经心：“扔了都是我不需要的。” 对面静默几秒，只能听见沉闷的呼吸声。片刻后，顾恒运怒：“林家，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订婚只是推后，等沈岩情绪稳定一点，我听不下去，打断他：“不好意思，顾先生，我现在很忙。”挂了电话，我顺手拉黑了他的号码，走到阳台，吹着夜风，看着璀璨的灯火离开。 顾恒原来比我想象中轻松。楼下传来的靡靡之音打破了片刻的宁静，我下意识探身朝楼下看了一眼。楼下阳台植被茂盛，我只看到一双白皙的手抓握着栏杆和一颗晃动的头颅。好家伙，楼下住的是宋庭川和那个三线女星，他们小情侣还挺会玩，无意偷窥春色。 我回到客厅继续收拾行李，房门突然被敲响。打开门看清门外站的人，我大脑宕机了几秒。宋庭川人在这，那楼下运动的是谁？宋庭川眸底一掠过一抹金色，不好意思，敲错门了。他致歉后转身要走。我今天刚搬来，要不要进来喝一杯？我叫住他，怎么说呢？ 现在我有点心疼他，毕竟同为天涯被绿人。宋廷川回身，眉头微挑。现在不需要避嫌了。顾恒不喜欢宋廷川，自然也不喜欢我和宋廷川接触。即便宋廷川是我连锁花店的大股东，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很少，只在年终分红时略有接触。说起来，我能重新和宋廷川结交？ 并从他这里拉到投资，也是凭着顾家的人脉关系。现在花店盈利颇丰，我才有说走就走的勇气。这样看来，跟在顾恒身边的七年，倒也不算一无所获。我耸耸肩，分手了，又分手了。宋庭川嘴角扬着幸灾乐祸的笑意，他进门，身子斜倚在沙发。 无处安放的大长腿交叠搭在我的茶几上，吊儿郎当的模样，丝毫没有初见时清冷金贵的公子哥气质。我从酒柜选了瓶上好的红酒，这次是退婚。我面色淡然，将酒杯递给宋廷川，他轻晃酒杯，压不住笑意。嚯，这么贵的酒，看来这次被伤得不轻，要我陪你一醉解千愁。 他要是没敲错门，伤得更不轻。我点点头，是很贵。去年会你喝醉后送我的是典藏级别的红酒，当时不好拿，回顾恒的别墅才放到了公寓的酒柜，现在也算物归原主。宋庭川瞳孔颤了颤，随后仰头一饮而尽。算了，就当庆祝你脱离苦海。 我端起酒杯，也祝你早日觅得真爱。被绿这种事，男人肯定都不愿从别人口中听到，更何况还是不算熟识的异性。可惜我委婉的提醒宋庭川，并没听出玄机。他笑笑，好看的桃花眼似能蛊惑人心，却是个睁眼瞎。我真爱就在身边，这句话该送给你自己。可细细想来， 我又何尝不是睁眼瞎？宋庭川为了那个女星不惜和家里决裂，我的一颗真心也被顾恒伤得千疮百孔。酒入愁肠不觉多，红酒的后劲又大，不觉间我喝得酩酊大醉，抱着宋庭川又哭又笑，骂完顾恒骂自己。宋庭川将我推开，语气戏谑：“被姓顾的知道你抱别的男人，怕是哭着求他。” 也不要你了。想起这七年里，每次都是我卑微求和，我借着醉意发泄这些年的委屈。这次是我不要他顾恒，就算他跪着来求我，我也不回头了。当真？宋庭川目光灼灼，我醉卧在沙发，并没看到他闪烁星河的双眸，只喃喃回：“他比珍珠还真似梦非梦时，唇瓣附上一抹温热酥麻的触感。” 在身上四处游走，我本能回应这股炙热的爱意，但意识清明，已是翌日中午。我只觉浑身像被碾过一般酸痛，看着地板上凌乱的衣物交叠在一起，再看清身侧光裸着的男人是宋庭川，他长睫垂下，睡意正浓，精壮的胸肌处还有几抹暧昧的吻痕，隐隐记起昨晚种种。 大脑轰的一下炸开，我和宋庭川酒后乱性了。不管他女友昨天做了什么，可他们毕竟没分手。我现在的行为跟他又有什么分别？万一传出我插足他们感情，一人一口唾沫星子也能把我淹死。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将宋庭川揽在我腰间的手一开，我像个贼一样蹑手蹑脚地穿上衣服。 立刻拿上手机，逃也似的离开家，一路狂踩油门。去到公司后，我才长舒了一口气，希望宋庭川醒来也跟我一样，选择忘记昨晚的荒诞。林总、顾总在办公室等您，刚刚发了好大一通脾气。秘书眼神怯怯，想来也被顾恒撒了不少邪火。我进了办公室。 顾恒抱臂倚在办公桌上，身旁是我的行李箱。见我来了，他冷脸训斥：“林家，你出息了，连我的手机都敢拉黑。这是你落下的一些物品，等妍妍病情好转，你再搬回去。”我自嘲的笑笑，回他：“婚都退了，还留彼此的号码做什么？麻烦顾先生也把我拉黑。”顾恒眸色一正，继而很不耐烦。 你又要做什么妖？我早跟你说过，你别妄图和沈岩比，在我这里他永远排在首位。你想稳坐顾太太的位子，就安分一些。我忍不住打断他：“顾先生，是我没说清楚吗？我们已经退婚了，谁在你那里排第一，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能听懂吗？”最后一句，我一字一顿的问他，他愣了一瞬。 目光和我淡漠的眼神交汇，顾恒第一次在我面前恼羞成怒，形象全无。他脖颈上青筋暴起，指着我大声呵斥：“林佳，你有心思玩欲擒故纵，我也没有心情陪你演。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要么乖乖配合沈岩治疗，等他痊愈后我们订婚；要么这辈子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面无表情的捡起之前被他摔落的文件，顾先生，只要别再跑来发疯，我保证我们这辈子不会再见。他被我捧着惯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轻视和冷落？顾恒摔门而出，只咬牙留下一句：“别再像狗一样找我摇尾乞怜，你求和的样子，我看你了。”心脏像被针扎一样密密麻麻的疼，哪怕不爱了。 付出七年的青春，捧着一颗真心被人践踏的滋味也不好受。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商丘悲月、宋庭川的电话和信息就轰炸而来。渣女吃饱就跑，这就是你对待投资人的态度？难道是昨晚不满意？给你三分钟时间不回电话，我就去公司找你。 我看着宋廷川发来的微信，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既惊又怕。我慌乱之下，索性关了手机。昨晚虽不是我主动的，但我似乎也没拒绝。宋廷川向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我和他不一样。我失业刚起步，要顾及的又太多，惹不起，我只能躲病了。 最快飞往巴黎的航班，原本办的签证是要和顾恒度蜜月用的，现在倒用来躲桃花债了。我在巴黎藏了一个多月，除了逛吃喝、逛花店，就是疯狂搜索国内的娱乐新闻。我害怕看到有关宋平川和安曼分手的消息，不管因何分手，对我来说都不是好事。 直到余悸爆出安曼和宋家太子爷同逛珠宝店，四号是将近安曼豪门梦远。图片虽是偷拍的视角，但能清晰的看到两人在挑选钻戒，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我订了机票回国，近来一直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我回国第二天就去了医院，一番检查后，医生的话却犹如晴天霹雳。 孕四周了，孩子要不要？我只觉天旋地转，耳边轰鸣。拿着孕检单，我甚至不知何时走出诊室的每一步都感觉踩在了棉花上。我明明记得飞到巴黎当天我就吃了避孕药。林家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循声而望，看见顾恒和沈岩十指紧扣，举止亲密。沈岩热络的上前和我打招呼。 姐姐哪里不舒服吗？怎么一个人在医院？我也跟阿恒说，我自己来医院可以的。他偏要陪着。从前的沈岩也是如此。轻柔的语调，随意的茶言扎语，就能让我情绪失控。现在我不爱顾恒了，情绪不再波动，只觉得他聒噪。妹妹柔弱不能自理，在家许是还要顾先生把尿吧。一句话结束战斗。 沈岩红了眼眶，目光紧锁在我手中的孕检单上。你怀孕了，晶莹的泪珠一颗颗划,划过沈岩苍白的小脸。方才一直隐身的顾恒挡在沈岩身前，他蹙眉，神色凉薄。处理掉，不要自讨没趣。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不是你的。顾恒脸色一沉，眸底墨色翻涌。 我没有心情再去探究顾恒的情绪，绕开两人离开，走到医院停车场，我被大步追来的顾恒拽住了手腕。刚才怕影响沈岩心情，孩子留下之前的事，我既往不咎。他自说自话，施舍般的语气实在好笑。顾先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孩子不是你的。我甩开顾恒的手，懒得再和他废话。 不是我的，难不成你还有别的男人？顾恒笑意微妙，语气不屑。他不会相信我会怀上别的男人的孩子。这些年我在感情里无底线的包容和忍让，是顾恒自信和优越感的来源。今天由我亲手打碎，竟莫名有些报复的快感。顾先生，孕四周，你算算时间，孩子是你的吗？ 我冷笑着看他，将孕检单递到顾恒眼前。看清孕检单的一瞬，顾恒的笑意僵在脸上。他一把夺过单子，看了又看，满脸愠怒。他将孕检单撕得粉碎，怒声质问：“我孩子是谁的？林佳，你居然敢背着我找别的男人？什么时候的事？你和他多久了？”突如其来的绿帽子让顾恒乱了分寸。 他在停车场朝我又吼又喊，毕竟在他眼里我是赶也赶不走的舔狗。即便我和宋平川那一夜是发生在我们退婚后，那也是对他忠诚的背叛。再绿不过的帽子，我诞生回他没多久，但足以抵过我和你的七年。我现在才知道，被爱的感觉是身心愉悦，因为爱过，更知道如何诛心。 最后四个字，我说的轻松惬意，顾恒的脸却一瞬惨白。他从未在我面前如此失神过，只呆怔的站在原地，直到我车子开走，他也未能回神。从后视镜里看着顾恒怅然的身影，我没再感觉兴奋，也不难过，只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落出来。七年的感情彻底终结，滋味说不清道不明。 开车刚驶出一个路口，我的车被一辆超跑逼停，却见宋廷川下车，大步朝我走来。他俯身拉开驾驶室的门，颀长的身材带着浓浓的压迫感。他冷着一张脸，沉声开口：“不是他的，那就是我的了。”带球跑邻家，你玩的挺花。宋廷川竟然知道了，我压下心虚，反客为主：“你跟踪我。” 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和顾恒的对话？我在巴黎跟了你一个月，你现在才发现？你怎么知道我去了巴黎？宋廷川叹了口气，耐心的和我解释：“你让秘书订机票、订酒店，我身为公司股东，想知道公司负责人的行程很难吗？”末了，他语气宠溺：“我真有点担心咱俩孩子的智商。” 我对上他灼热的眸光，心跳蓦然漏了一拍。这种奇妙的氛围，我和顾恒七年间都不曾有过。后面被堵住的车子鸣笛刺耳，正好掩饰了我的慌乱。还走不走绿灯了？要腻歪回家？腻歪？我们是你们推的一环吗？后面的司机落下车窗冲我们喊，我臊得耳面通红，心跳加速。 你把车挪开，回家再说，行不行？宋廷川故意曲解我的意思。好，那就回家说。他咬中“回家”两个字，语气暧昧至极。我莫名开始躲避他直白的目光。趁我不注意，他在我脸颊轻落了一吻。待我回神，他已经坐回驾驶室，一番骚操作，惹得我一路游离。 无意识跟在他车后回了公寓，但事情已经出了，再躲是没用了。我和宋庭川是该坐下来好好谈谈此事。回到家后，我开门见山：“这个孩子是个意外，我明天会去医院约。”腰身被手臂收紧，宋庭川从背后将我拥入怀，耳畔是他炙热的呼吸，我身子一僵，没有说完的话含在了口中。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躲我一个多月，回来就要流掉我们的孩子。我挣开她的怀，手掌推举在她胸膛，保证我俩之间有一臂距离，这样我才能正常和他交谈。宋先生，你为了安曼不惜和家里决裂，实话说，我也为你们的爱情动容过，所以更不能容忍自己破坏你们的感情。 这孩子是我的，我有权决定他的去留，请你忘了那晚，安心结婚。宋廷川嘴角噙着坏笑，将我的手掌推移到腹部，腹肌练得更好，你可以摸这里，隔着衣料也能触到他的体温和凹凸结实的肌肉。我耳廓烫得厉害，想抽走手却被他死死按住。谁跟你说我和阿曼要结婚了？ 你们不是去挑选？我不和阿曼演这出戏，你能舍得从巴黎回来？我更加疑惑，阿曼为什么要陪你演戏骗我回来？难道他发现阿曼给他戴了绿帽子，两人分手了？他为什么不愿意？我和阿曼从开始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宋庭川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安曼的电话，声筒里传来安曼夹杂着微喘的娇媚嗓音。 我不敢想象他现在在做什么，大脑里却莫名忆起那晚旖旎的画面。追妻成功了吗？你都不知道那条新闻有多影响姐撩拨小鲜肉宋庭川，声调慵懒，胜利在招手，你们打个招呼。手机猝不及防的被递到我嘴边，我鬼使神差的和安曼西林家久仰大名，有机会出来喝一杯。 我给你介绍几个带劲的小狼狗，我稀里糊涂回个好字，电话立即被宋庭川挂断。摸着我的腹肌，还想着小狼狗，我触电一般缩回手，心脏不受控的开始加速跳动。我躲开宋庭川炙热的目光，坐到沙发上。什么追妻？到底怎么回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 我记忆里，我和宋庭川的接触并不多。我和他既没恋爱过，也从未暧昧过，何来的追妻一说？他拉了把椅子坐在我对面，目光灼灼地落在我脸上。你十八年前就嫁给我了，后来始乱终弃，又和顾恒在一起。现在的我不就是在追妻吗？十八年前，好久远的记忆。 那时候我还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那时候的宋庭川少年老成，不似现在这般吊儿郎当。那时候的顾恒也从不用高高在上的眼神俯视我。而宋庭川口中的嫁给他，不过是八岁的我玩过。佳佳因为跟顾恒闹了矛盾，赌气拉着宋庭川做了新郎。也是八岁那年，父亲破产。 带着全家搬离了别墅区，我和顾恒、宋平川切断了联系。七年前再回到他们视线，是为了给重病的父亲筹集高昂的手术费。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衣裙，忍着难堪，求到顾家门下。我和顾恒有婚约，是爷爷辈们交好定下的。我原不指望顾家会认下婚约。 只希望他们念在曾经两家交好的份上出手帮衬，毕竟定下婚约的爷爷们已经相继故去，婚约也可说是口头的玩笑。我没想到顾家出手相助后也认下了婚约，我和顾恒也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直到大三那年，向来周六会准时来看我的顾恒联系不上了。 我才知道，顾家有个养女叫沈妍，是顾叔叔初恋留下的孤女。不顾夫人的反对，顾叔叔执意收养了她。用顾夫人的话说，沈岩和她母亲一样，是惯用柔弱狐媚男人的妖精。后来这七年也印证了顾夫人所言非虚。沈岩十五岁被收养到顾家，正是少女情窦初开的年纪。顾恒那时无心情爱。 只当她是妹妹一样疼爱，顾夫人却看出沈岩一样的心思。高三没毕业就将沈岩送出了国，沈岩就常以独居国外孤单害怕为由，缠着顾恒聊视频、煲电话粥。直到我出现后，沈岩察觉出顾恒的冷落，顾恒也如实告诉沈岩。 他和我恋爱的事，自此之后，沈岩柔弱不能自理的操作就开始了。他会以被陌生男人跟踪，或是以被同胞女生们霸凌，各种各样的理由吸引顾恒的注意，直到大三那年，夺爱不成的沈岩自杀了。顾恒来不及告知，我就买了机票飞过去。我想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沈岩将对顾恒不能言说的爱慕娓娓道来时。 顾恒是震撼且感动的吧？自他回国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顾恒的心在我和沈岩之间。有理，我自认无能，没有沈岩的心机和手段，顾恒情感的天平也最终倾斜至沈岩。许氏和顾恒、沈岩的三角纠缠太过耗费心力，我竟从未注意到宋庭川浓烈的爱意，我疏忽了。 十八年后再见面时，宋庭川发红的眼眶也疏忽了。同在一个校区，我和顾恒并肩走过时，宋庭川落寞的身影，我甚至不知，在我被顾恒伤了一次又一次时，他就已经暗下决心要将我追回。宋庭川想娶我入宋家的门，我和顾恒的婚约就是一道坎。 所以四年前，他和恣意潇洒的安曼一拍即合，他给安曼投资保驾护航，让他免受地中海大肚子的资方骚扰，可以尽情的撩拨小鲜肉安曼，各种骚操作帮他拉低入宋家的门槛。宋庭川解释说：“阿曼嫁宋家属于火烧房顶，我嫁宋家属于要在房顶开天窗，两相对比下。” 到时候，他母亲绝对是笑着迎我进门。这就是他胡闹了四年的计划。当然，他出来自立门户也是意外之喜。即便我嫁不进宋家，他自己的产业也够锦衣玉食养我一辈子。这一刻，我似乎懂了顾恒的感受，因为十八年前的一次过家家游戏，他喜欢我到现在。不愧是我暗自钦佩的纯爱战士。 我不理解，但大为震撼。那时候我们才八岁。宋庭川，你会不会太早熟了？他一本正经纠正：“你八岁，我是十岁。”我抽回被他扣在掌心的手。你怎么确定我会和顾恒分手？又怎么确定我和顾恒退婚就会跟你在一起？他唇角牵起，笑得意味深长：“当然有这个自信。” 毕竟，为了能让你身心愉悦，我做了太多的努力。他咬中“身心愉悦”几个字，并刻意站起身，孔雀开屏般展示自己的腹肌和胸肌。我看的眼烫，脑子也乱成了一团浆糊，不受控的想起那晚的数次旖旎。宋庭川，你先回去，让我一个人静静。我拉开门赶客，今天的信息冲击太大。 我一时间实在无法消化，宋凤亭川掀起衣服的手一僵，俊朗深邃的眼眸，沉沉委屈巴巴的模样，竟莫名的乱人心弦。佳佳不留宿我，一定是我练得不够好，我回去继续撸铁。出了门，宋庭川回头，手收敛了笑意，目光凝重落在我的小腹，他想要开口，被我打断。 给我三天时间考虑，这三天别联系我。宋平川是个信守承诺的人，这三天他的确没有联系过我，但哪哪都有他的身影。他会在朋友圈秀身材、秀腹肌，会在楼下商超西装革履的推着购物车慢悠悠从我眼前晃过。我终于明白，大学时我每每经过篮球场。 宋庭川都会精准无误的投进三分球的用意。原来喜欢一个人会这般鲜活。我甚至开始想，宋庭川一定会是个有趣的好爸爸。第三天，我去了医院，听到胎儿心跳的一瞬，我找到了答案。带着大包小包营养品回公寓，远远看到了沈岩，他披散着头发，脚上还穿着拖鞋，失魂落魄的拦下我的车。 狼狈又倔强地朝我开口：“顾恒，你把他藏到哪了？”我摇下车窗，冷声反问他：“我藏不要的垃圾做什么？”沈岩一愣，不顾形象地指着我大喊大叫：“自从那天在医院碰到你，顾恒就关机消失了。他从来不会这样冷落我。你下贱到用孩子来拴住顾恒，又在这装什么人淡如菊？你以为顾恒真的爱你？” 你对他来说不过是生孩子的机器。沈岩歇斯底里的样子像个泼妇，哪里还有半分乖巧清纯的人设？我忽然觉得有些好笑，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吗？过去的七年，只要沈岩回国，顾恒都要失踪一阵。我每每找上门，他都会笑着嘲讽到：“情敌住的酒店找男友，林小姐还真是属神龟的。” 能忍，我想他那时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屈辱他。他沈岩逼顾恒现身的伎俩多得很，哥哥万闹个跳楼，更何况现在还有抑郁症傍身，想来是所有招数都用完了。顾恒还没出现，他才这么情绪崩溃。我已在车里静静看着他发疯，待他缓气时才诞生开口：“顾恒不在，我这孩子也不是他的。” 我跟沈小姐不一样，不屑介入别人的感情，更没有回收垃圾的习惯。沈岩脸色惨白的将愣住，口中喃喃重复：“不可能，不可能！阿恒是爱我的，一定是你骗他怀了他的孩子，他才抛下我。”我没再理他，启动车子离开，没有因沈岩出现扰乱心绪。回到公寓，我迫不及待的查找胎教视频观看。 了无生趣的日子，竟因为有了期待而鲜活起来。当晚，我做了个荒诞却美好的梦，我抱着宝宝和宋廷川举行了婚礼。婚后，我们夫妻恩爱，孩子也乖巧懂事。美梦在有节奏的敲门声中戛然而止。我半梦半醒间打开了房门，是宋廷川倚在门框搔首弄姿，他赤裸着上身。 浴巾恰到好处，露出惹眼的腹肌。在梦里，宋廷川也很热衷于展示他的腹肌，甚至表演了腹肌加核桃以及开酒瓶。我恍恍惚惚换了句：“老公回来了，你叫我什么？”宋廷川突然拔高的嗓门将我从迷离中惊醒，待我回过神，对上他炙热的目光，瞬间耳面滚烫，心脏狂跳。 一晚上，我编织了无数个蹩脚的谎言，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小心叫了宋平川老公。他依然像个树袋熊一样抱着我不肯松手。我妥协了，只要他愿意表演腹肌开酒瓶，我就承认刚刚确实叫了他老公。后来公寓里很难再找出有瓶盖的啤酒。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很奇妙。 我和顾恒在一起七年，却依然有说不出道不明的疏离感。但和宋庭川恋爱了七天，我们之间的松弛感就像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我无惧任何衣着模样出现在他眼前，也无需思存哪些玩笑话会失了分寸，严尽而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恋爱的滋味。顾恒找来公寓的早上，我和宋庭川正打算去领证。 不过十多天没见，他整个人消瘦了一圈，西装松垮，眼窝凹陷，往日梳的一丝不苟的头发也凌乱的垂在头额。他红着眼哑声开口：“家，我输了，我比似乎想象中还要爱你。这些日子我每晚都在失眠，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你的身影。所以，佳佳，无论是沈岩还是那个男人。” 我们统统都忘掉，回来，我们重新开始。顾恒眸底的深情似要溢出，他抬手想要抚触我的脸，被我后退躲开。我有些恍惚，是我那天没说清楚，还是顾恒失忆了？他明知我怀着别人的孩子，还跑来求和。我记得我跟顾总说的很清楚，我怀的孩子不是你的。顾恒闻言，呼吸沉重，双拳握紧。 他语气隐忍，不是我的，我也认。我险些以为听错了。骄傲如顾恒，居然主动要认下别人的孩子。佳佳，我是认真的，你愿意留下这孩子，我会视如己出；不愿意，我陪着你一起去医。顾恒话没说完就被打断。顾总，老婆和孩子，你逮着一个人的号。宋庭川裹着浴巾从浴室悠悠踱步过来。 宣誓主权一般，宋庭川将我揽在了怀里。宋庭川，是你？顾恒面露惊愕，眉心蹙起。宋庭川点头，嘴角扬着傲娇的笑意。蛰伏十几载，一击即中的纯爱战士，正是在下宋庭川。是也。顾恒足足愣神十几秒，眸底情绪复杂。片刻后，他收敛情绪。 面带挑衅看向宋庭川，佳佳爱了我七年，不止七年。他从小喜欢的就是我。你不过是趁虚而入。没有这个孩子，他不可能离开我。就算今天他一时赌气选择了你，也不可能真的爱上你。宋庭川，就算你娶了林家，也一辈子是我手下败将。从前他便仗着我爱他，纵容沈岩肆意糟践我。 如今他又拿我曾经的真心挑衅宋庭川，但凡这颗刺在宋庭川心里扎根，我和宋庭川就终有一天貌合神离。顾总，宋庭川松开搂在我腰间的手，下一秒，宋庭川宽大的手掌抚在了我的小腹上。我这叫父凭子贵，这是荣耀，是勋章。没有他，何来今日的宋庭川？茶言茶语。 笑得越发得意起来，他笑得越张扬，顾恒脸色就愈发阴沉，愠怒的目光在我和宋庭川之间来回流转。林家，你别后悔！顾恒强装镇定，转身离开。等一下，我叫住顾恒，他回头，满眼希冀。我使脚想要追上顾恒，手却被宋庭川紧紧拽住，他满眼委屈。 可怜巴巴望着我，我笑笑，轻拍了下他的手，安抚道：“我有话跟他说。”他才恋恋不舍的放开，转身回屋。走到顾恒身前，我伸出手，戒指当初是我买的，还给我。顾恒的中指上还带着我挑选的订婚戒指。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纠缠，自然也不想给他留下睹物思人的信物。 顾恒眸光一点点暗淡下来，落寞的眼神里还有一丝期待。林家，我不信你选择他是真的爱上了他。爱上一个人会这么容易吗？我垂下眼眸，呢喃重复：“爱上一个人，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和宋庭川在一起。”这些日子，我是真的很开心。顾恒，我一次都没有想起过你。我抬头看他。 目光坚定，我是真的不爱你了，也是真的喜欢上宋庭川了。顾家对我们家有恩，顾恒，我不想闹得太难堪，我们好聚好散。顾恒一瞬间红了眼眶，他盯着银色戒指许久，笑容苦涩。看来我是真的把你弄丢了。顾恒缓缓摘下戒指，将还残留余温的戒指放在我手心，他语气眷恋。 如果当初订婚没有取消，我打断顾恒。没有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说完，转身径直回屋，留给顾恒一个决绝的背影。回房看见宋廷川嘴角噙着藏不住的笑意，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所以你选择跟我结婚，不是因为富平子贵，我也不想再藏掖，主动垫脚搂住他脖梗不，不是？ 还有那晚喊你老公，是因为梦到我们结婚了，所以老公，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我不想和梦里一样抱着孩子结婚。我终于看见宋庭川眸底的星河闪烁，他激动的说不出话，俯下身吻了又吻，爱意在他唇间肆意绽放。这个月就办婚礼，他吻的眼神迷离，口中喃喃：“这混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泄火？” 我和宋廷川带着结婚证去宋家那天，阿曼在微博官宣了和小鲜肉的恋情，并提及宋廷川，感谢他一路保驾护航，合作很愉快，也恭喜他终于抱得美人归。宋夫人看着新闻，既气又乐气。他和女明星恋爱闹得满城风雨，乐他不是真的要娶女星入门。 宋伯父则一脸严肃斥责宋庭川：“若他将娶老婆的心思放在公司上，他早可以退休，带着夫人环游世界了。”和宋庭川预料的一样，他父母对我这个儿媳很满意。知道小庭川的存在后，当场开始定退休带孙儿环游的行程。我和宋庭川的婚礼很顺利，当天只有一个小插曲：沈岩为了逼婚。 顾恒爬上了酒店对面大楼的天台，可惜婚礼结束，顾恒也没有现身。沈岩在天台站的腿软，惜命的他没人劝自己下去了。宋庭川扯起嘴角，语气得意：“也不是谁都有我傅平子贵上位的能力。”新婚夜，宋庭川愁容满面，在健身房里撸铁。我问他：“你怎么不笑了？” 他回准备一年后狠狠笑一次。故事二，民政局门口，我给岳川打电话三次挂断后，给我回了条消息，一个字，忙，连个标点都没有。他忘了今天是领证的日子。看着前面漫长的队伍，我笑了笑，喝干了手里的奶茶。我不会像上次那么傻了，以为我不知道他在相亲吗？ 这是岳川第二次放我鸽子，上一次他不接电话，我排着长队足足等了三个小时。快排到我的时候，我身后的小姑娘与她未婚夫咬耳朵，用我能听清的音量：“一个人也能领证吗？”早知道我在家睡觉，你来就行了。热死了，我没听见男生的回答，心里一酸，转身走了。 事后，月川给我的理由的是他姑姑生病，他帮忙送医院，甚至还当场打了电话非证实给我看。呵呵，掩耳盗铃。我没发脾气，只是没出息的偷偷躲在卫生间哭了一场。撒谎，他也应该编个更好的理由。他不让我去探病，也说不清病人的症状，难道他忘了我就是医生？ 他更不知道，他当天去相亲的女孩发了朋友圈，而那个女孩是我同事。可笑，一边说要跟我去领结婚证，一边去跟别人相亲。当天等我洗漱完出来的时候，客厅的灯还亮着。月川抱着阿奇躺在摇椅上睡着了，心又狠狠疼了一下。阿奇是我俩一起养的狗，七岁了，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 我当时没拆穿，不知道是因为还爱他，还是不甘心。我在临时调班的午夜回家，客厅的电视没关，月川却在没开灯的卧室里打电话。他口气不悦：“不行，我上次都是因为大姑才去的，这次你怎么说也没用。”“妈，我跟苏萌没分手呢，你安排我也不去。他满意我不满意？”阿奇弄出了声响。 电话戛然而止，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心里宽慰自己，他是迫不得已，再给他一次机会，给我们的七年一次机会。这次领证时间是他定的，结果又顾忌中眼，又再一再二，我不会再给他第三次机会了，因为他根本配不上我的心软。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医院。本来今天就是我特意找同事张扬调的班。 苏姐不是说有事吗？我浅浅一笑，地上刚买的咖啡临时取消了，你快走吧，回家陪陪我们晶晶。最近我俩时间不合，都没约上。我与他女友张晶是闺蜜，陪不了她。今天替科室新来的小护士值班，新来的小护士就是上次与月川相亲的女孩田锦瑜。月川放了我鸽子，田锦瑜换了班。 我拿出手机一翻，小姑娘果然发了朋友圈，一张餐桌，牛排，红酒，桌边的大树，厄瓜多尔玫瑰旁有半个手机。我一眼就认出是月川的手机，因为手机一角我贴了个很小的钻石贴，此刻在烛光的映射下发着暧昧的光。他有多久没送我花了？哦。 对了，上次送我花是去年我的文章得奖，奖金有两万块，他送了我一小捧满天星，萌萌鲜,鲜花不实在，几天就干了，所以我就买了束便宜的。他站在我面前，手腕上是我刚买给他的浪琴手表，我乐呵呵的捧着满天星请月川吃饭吃海鲜，他喜欢。现在他送别的女生不实用的昂贵玫瑰。 原来实用与否只与值得有关。以前就听朋友说，恋爱不能久谈太久的恋爱，没了荷尔蒙激情的加持，没了婚姻的责任束缚，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得善终。成了，所以在他提出结婚的时候，我点了头。没有花费心思的求婚，没有戒指，没有烟花。 甚至没有谁来见证沙发上的两个人，就如谈论明天吃什么一般简单。他说这是成熟，这是踏实。现在想来，也许这种平淡不是感情水到渠成，而是顺其自然罢了。他没更好的选择，可是他是什么时候变的呢？明明当初也是爱过的。我跟月川的故事非常老套。 高考后，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约我表白。我激动的两颊通红，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双向奔赴了一场四年的异地恋，没动摇。毕业后，他来到了我在的城市，我学医，晚他一年就业。那时候，我们租一个棚户区的老旧顶楼，夏天特别热，冬天又特别冷。 下大雨的时候，雨水打在楼顶，噼啪响上整夜。可是我就能在他身边睡得安稳。他会在有雷声的时候捂住我的耳朵，会在我午夜下班时在楼下等我。哪怕下雨，哪怕大雪。还有一次，他妈妈病了，我俩所有的钱都寄回去。临近冬天，还未供暖，没钱交电费，电热毯用不了。 他脸色难看，守着水壶给我灌热水袋。对不起，都是为了我。他背对着我，我透过镜子看到他红红的眼尾，心里都是暖的。这样的男人，我不怕跟着他吃苦。而且他很上进，原本半年的试用期，两个月就转正了。没什么窍门，主管喜欢他，他是肯干。跑销售、做标书，什么都肯学。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给我买了一条手链，像献宝般捧在手里，四目相对，眼中都是欢喜。只是他已经好久不送我礼物了。去年我生日，他加班连礼物都没有。情人节，他在家花三块钱买了个电视会员电影。我点的牛排被他退掉，换成炸鸡汉堡。我送他的每份节日礼物。 他却接受的理所当然。我偶尔撒娇抱怨他，一本正经的说要攒钱买房子，这是正事。房子不知何时渐渐变成了他的执念，他认为再次扎根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是不是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磨灭了我们原本简单的知足总归，哎，渐渐淡了。苏医生，有人找。 月川站在倒诊台前，一身长款灰色羊毛大衣，低着头。虽然他戴着口罩，可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是他。以前我开玩笑说是被他外表迷惑，其实玩笑里有三分认真。他确实很好看，尤其笑起来满眼星光。我深吸一口气，向他走过去：“吃饭了吗？”他先问这个：“吃了。” 他躲开我的眼睛。你们医院挺大的。我换单位后，他从没来过，因为忙，因为远。那个今天我临时有会走不开，所以没去，让你等久了。他总算说到这个没事。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我今天有手术，去不了。他长舒一口气，眼神终于回笼到我脸上，轻松不少。那就好。 我害怕你等久了，下午给你打电话不接，信息也没回。我在手术室相顾无言了三分钟，他先开了口：“那我先回去了。”我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先转身走了。我们很默契的都没提什么时候再去领证。记得过去，哪怕是错过一场电影，他都会马上计划下一次的时间来弥补。 回办公室才发现有十一个未接电话，一个我爸打的，其余都是月川。他们都知道我的工作，一般打一个没接就会留言。月川只是心虚，我给我爸拨回去。对我爸我也心虚。萌萌，你是不是把户口本偷拿走了？你俩不会是领结婚证了吧？咱家的事儿你跟月川说了，我告诉你。 结婚是大事，一定要考虑清楚。现在后悔来得及。先不说月川怎样，就是他妈妈的性子，你觉得你能相处吗？苦口婆心了十分钟后，我爸叹了口气：“萌萌答应爸，爸再看看，多想想。”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我的盒饭里。爸，你想什么呢？我是身份证丢了，拿户口本补办用。 隔着电话都能感到我爸长舒一口气。我爸说的对，我曾因为月川他妈动摇过。月川的妈妈是个不好相处的人，虽然我们只见过两次。月川年幼丧父，他妈一手把他带大，为了生活，他到处打零工，好歹熬到月川大学毕业工作。儿子变成了他最大的倚仗。第一次见面是我。 刚工作一年，月川约我去他家吃饭。那天在车上，月川妈妈打来电话，对着儿子嘘寒问暖，对我没有只言片语。快挂电话的时候，他说：“妈，萌萌最近嗓子发炎了，不能吃辣的，做菜不要放辣椒。”一进门，他妈忽视我手里大包小包的礼物，只赶着掸掉他儿子身上的血。月川一边安抚他妈。 一边介绍我们认识，如果他勉强拉扯的嘴角不能说明什么的话，那饭桌上的菜足以表明他的态度。看着满桌艳红，我只低头浅浅一笑。月川变了脸色，在桌下紧紧抓着我的手。妈不是跟你说了，今天别做辣菜，你是不是没听清啊？他这话问的摆明了帮他妈解释，听清了。 可是你爱吃啊！你都这么久没回来了，当妈就想让儿子吃好也有错。那你也不能十个菜都放辣椒啊！妈，不知道你今天最想吃哪个呀？这话说的竟让他无以辩驳。月川拉着我的手站起来，我们出去吃。他妈瞬间哭声大作，有了媳妇忘了娘，咱们娘俩相依为命这多年。 你小时候，妈妈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一个人走了。我对月川说：“你在家里陪陪你妈吧，我想先回去了。”月川要送我，被他妈妈死死拉住了胳膊。我那时真的退缩过，可是每次月川他妈打电话磨人，他都会言简意赅的解决。他摸着我的头发，萌萌，我妈这辈子不容易，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那时候我信了，我简单的认为我是嫁他，只要他对我好。而且我跟他妈去年开始关系有所缓和。他妈问我结婚没有房子行吗？那是唯一一次他妈说话少了些趾高气昂的味道。可以，房子以后我俩会自己买。我说的坦然，他听完满意的点点头。话锋一转，又夸他儿子。 不是我说，就我家小川要学历、要长相、要工作，都是顶好的。你嫁给他也是有福气的姑娘。从此，他对我态度到底好些了，甚至会在给月川寄橙子的时候带两个我爱吃的石榴。现在想起来，上个月他寄的橙子里没有石榴了，那时候他应该在帮月川张罗相亲的事了。下了班已是清晨。 我在小区楼下吃了瘦肉粥，没有像往常一样带一份回家。我想以后都不必了。月川睡在客厅沙发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平时他很少抽烟，半个月一盒。阿奇蹦到我身上，我顺势坐在沙发的一角。月川醒了，看清是我，翻了个身。下班了，我摸着阿奇的背毛，感觉他都有些老态了。 月川，我们七年了，好聚好散，你至少告诉我为什么吧。他原本刚闭上的眼睛瞬间睁开半晌，什么意思？你家给你张罗相亲，你这样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是不是有些缺德？我说的云淡风轻，可是他脸色已经完全青了。他摸了摸脖子，坐起身。你怎么知道的？这不是重点。 我家想让我找个结婚能一起买房子的，我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理由。小萌，你也知道这地方的房价太贵了，一平都三四万，凭咱俩可能一辈子都买不上房子。我深吸一口气，盯着他的眼睛，那又如何？苏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受过社会的委屈，像我这样的家庭爬到今天不容易。 我老家的房子最多可以卖三十万。虽然你每次都说不用买房子就结婚，可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最好也能出这些钱。当然，我知道你爸妈种地不容易，买房还得装修。我甚至不能去想，只要想就觉得没有希望。他手扶额头，看上去头疼的不行。我冷笑一声，所以月川。 你打算直接找个条件好的老婆，一步到位？他似乎觉得受到了侮辱。苏萌，你别说话这么难听。我家也是为我好。再说我也没同意去交往。我把手机里那张截图的照片扔给他。玫瑰都买了，美男计应该奏效。我转身进屋，反锁了门。月川在门外不停的拍。萌萌。 你开门，你别干傻事！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还能找到条件更好的。咱俩这样真的太累了。片刻，我打开门，把手里一个银色的皮箱塞给他，这是我花钱租的房子。你现在就滚！我把他推出去。快关门的时候，他双手撑着门边。你至少让我收拾收拾我的东西。我本想分的体面点，可是他不想要脸。 月川，除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剩下的东西都是我花的钱。你是想折现给我吗？也行。他一听我说的这么绝，松了手。有必要算得这么清吗？我砰地关上门。你手里的箱子都是我送你的，觉得颜色配你值了。大夜班外加感冒过头，昏昏沉沉，实在打不起精神消化分手的情绪。 只想睡觉，刚睡着，电话铃响起来，迷迷糊糊接了。苏萌，你别怪小川。老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你现在不是他最好的选择了。意识慢慢苏醒，原来是月川他妈。呵，我没记错的话，你去年还说我们合适呢。他清了清嗓子，那是去年，听说我不要婚房。 我就是最合适的，现在有人能帮着一起买婚房了，就是更好的选择了，是吧？他就一点好，跟我从来不装假，就是这么个理儿。你长得漂亮，工作也好，就是家庭差些，缘分一场，阿姨劝你，你也找个条件好的，这辈子就妥了。你时间方便的时候，我去收拾一下小川的东西，都是男人用的。 放你那也不方便，我冷笑道：“无语，月川奇葩的价值观还真是单传来的。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这些年我们俩的开销都是我在出，估计你儿子也攒不少，他自己买的都带走了，我买的他没脸要。”挂了电话，原本断了七年感情的伤感瞬间付之一炬，燃烧后只剩愤懑。 成年人的世界，再无少年的纯粹，披上物质的外衣，丑陋的不能见光。那个在寒夜里把我紧紧拥在怀里的男孩，早消失在了寸土寸金的权衡利地中。我把给月川买的东西全部挂到网上，超低价卖二手。剩余生活用品，包括床品，全部送去清洗干净。 放到垃圾桶旁边给需要的人整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七年我给月川买了这么多东西，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边拍照边上传，连同我七年来付出的真心义气，折旧的让我心疼。唯有我送他的第一块手表卖不了，因为已经坏了，是为了救我摔坏的。他工作的第一年冬至下大雪，我买了水果往家走。 天没黑透，路上的车有开灯的，也有没开的。路过一个胡同口，有辆车突然窜出来，车速一快，冰雪路面，车轮打滑，就那么眼看着要撞到我的时候，月川跑过来把我拉到一旁，我俩都摔了。我摔坏了手机和胳膊，他摔破了腿和我送的手表。那时候我俩没钱，他一年都没戴手表。 我还开玩笑，在他手腕上画过一个想要什么牌子的。他一脸宠溺地看着我，画浪琴。等我能给他买浪琴的时候，他大概已经不满足于只送表的人了。上班前，我找了家政阿姨来帮我做个深入大扫除，找人换锁，连阿奇我也送去宠物店换了个造型。我们都要重新开始了。中午在食堂的时候。 竟然碰到了月川他妈和田锦瑜，就坐在我斜对面。他妈不同于对我的轻视，不停的笑着对田锦瑜讲话，还伸手想帮田擦掉嘴角的米粒，被人家侧脸躲开。他尴尬的缩回手，一抬头正看见我笑着摇头，他狠狠瞪我一眼。我耸耸肩，一脸讥讽。张扬凑过来：“苏姐，你下午还有两台手术。” 这是我家晶晶给你带的巧克力，我接过，谢谢你家晶晶，我先走了。错过月川他妈的瞬间，他翻个意料中的大白眼，意料外的是田锦瑜，苏医生有时间吗？想跟你聊几句。我和月川他妈同时转头，他妈不停的眼神示意我不同意。可以，我看了手表，我还有一个小时。 医院门口的咖啡味道还可以，不过下午有手术，我只点了块很小的木糖醇蛋糕。他开门见山，我知道你和月川交往过，我继续吃。你们分手了，现在我们在一起了。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一见钟情那种。我瞟了他一眼，他很瘦，狭长的单眼皮，锋利的唇形，有攻击性的长相。 你是想听我说恭喜他笑起来的时候又添了份傲慢？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大家同事跟你说一声，以后他来这接送我，你们就当不认识，这样对大家都好。我站起身，同事似乎谈不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只是在这实习，等你真能留下再称同事吧。至于他，呵，你知蜜糖，我知砒霜。 我不稀罕，田锦瑜倒是很有效率。第二天下班，月川就出现在了医院的停车场。他拉着田锦瑜的手，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冰激凌，时不时喂田锦瑜一口。两人今天都穿了红色的外套，把田锦瑜手里捧的红玫瑰撑得更加耀眼。还记得以前，月川是绝对不会穿艳色的衣服。 看来这人没什么不能改变，只要有人强求，只要有人值得。萌萌能不能烧我们俩一段？我俩电影快开始了，我回头是张扬和张晶，跟我还客气。苏某愿意为你们的爱情保驾护航。张晶过来搂着我，还想贫嘴，看到不远处也看过来的乐田二人，瞬间石化。张晶认出月川，转过来看着我。 这是什么情况？我笑笑，如你所见，走吧，我的车就停在月川旁边。我边往那边走边按了钥匙，希望他发现我的车就赶紧离开。可是显然田锦瑜不这么想。苏医生，听说你是做地户，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哪里的房子有升值空间呢？我跟我未婚夫去看房子，张晶有些懵。 不过到底是闺蜜，听着田锦瑜阴阳怪气就火了。小田，你这实习期总调班请假的，不想来我们院工作呀？再说了，你买房子你找中介啊？我们朦胧可不知道。我笑笑，拍拍张晶的肩膀，也没什么想买房子，咱们医院附近就挺好，上班近，还是学区房，就是价格不便宜。 张扬插话：“真不便宜，听说新小区都涨到五万一平了，还是期房。”田锦瑜发现岳川盯着我，不满地拉住他的手，挡住他的目光。只可惜田锦瑜不高，我那副不在乎的表情还是落在了岳川眼里。五万我们也买得起，我爸爸拿了一百万给我们买房子用。我点点头：“那不少，能买二十平。” 加上你老公的，能再添六瓶。你田锦瑜被我怼得满脸通红，转头去看月川。我家至少还给出一百万买房子，不像某人结婚就想占男方便宜。我们走。张晶还想争，被我拉住手。算了，垃圾我都扔了，还在乎捡他的人在？再不走，你只能看个名。谢了。 车上，我简单讲述了月川背着我相亲、找老婆、合伙买房子的事。张晶和张扬一脸震惊。你那么爱他，七年都抵不过现实。不过也好，早发现早止损。我早说他配不上你。电影院门前，他俩跟我道别。刚关上的车窗又被张晶敲开。茫茫，我记得你奶奶留给你的老房子。 就在咱们医院附近吧。我眨眨眼。晚饭后，我带阿奇散步，刚下楼就见月川拎着那个银色的皮箱站在单元门口。阿奇不顾我在身后的呼喊，奋力向月川跑去。你看，狗比人更深情。我费力抱住他，转身上楼。苏萌他追上来没去管，一直挣扎想让他摸摸的阿奇。苏萌。 你换锁了，怎么还想私闯民宅？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拿我的那些东西，衣服、手表、鞋子，还有才买的那台笔记本，我工作要用。我停下脚步，瞟了他一眼。你脑子不好用，那些都是我买的，发票都在我那。他跟着我是，可那都是男人用的。我现在一块表都没有，去见客户也不好看。 鞋都几天没换了，你也知道我单位那台电脑太重了。出门带阿奇，忽然汪汪了一声，又平静下来，老实趴在我怀里。也许连狗都听不下去了。我可以卖二手，我可以扔。至于你缺不缺，那是你的事。我不是要买房子吗？手头紧，滚！就在我要关门的瞬间，他喊呐，我说阿奇是我买的。 我现在就把阿奇抱走。我拉开门，再也忍不了。月川，你真是什么都能说出来。这些年阿奇的吃喝玩乐、生病、劫狱，那跟你花钱，我可真是低估你的不要脸了。我掏出手机，把月川的微信号加回来。你所有的东西我都处理完了，没了，一件都没有。他冷漠的看着我，面无血色。 估计心疼那些物件，我给你转了三千。你当年买阿奇才花了八百，我关门的瞬间又送他一句。至于你送我那点东西，你走时脚上的那双鞋都抵了。现在两清片刻，微信消息，他把钱收了，我重新把他拖到黑名单。恶心的，差点把晚饭吐出来。日子按部就班，月川一改往日的忙碌。 每天按时接送田锦瑜，偶尔碰到他就赶紧钻到岳川怀里。我嗤之以鼻，这样一个为钱轻易转身的男人，也不知道他宝贝个什么劲儿。三个月后我搬家了，那天来了好多同事帮忙，在楼下又碰到了岳川和田锦瑜，他又拱到岳川腋下。张晶拉着我的手，无视他们存在，萌萌。 这小区环境可真好，田锦瑜又来劲了。那是啊，现在这边都卖到六万多一平了，那架势就像这楼盘是他家的一般。他摆明了想让我们问他，我拉着张晶就走，才不给他搭台。怎么苏医生打算租这个小区？这边都是大平层，我建议你租三期那边，不过也不便宜，一个月怎么也八千左右。 我眼睛中的笑都快藏不住了，田小姐倒是知道的清楚。你也住这里？她终于仰起头，满脸骄傲。对呀、啊，我和小川可不是租哦，我们是买的三七八十五平呢。刚看完，视野特别好。我瞥了眼站在她身后的月川，他抿着唇，刚刚看过房子的幸福模样还未消散。 也是，毕竟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家。我歪歪头，故作思考：“那应该付了百分之二十，才不是，明明付了百分之三十。”张晶已经笑出声了。我点头明了：“恭喜，以后是邻居了。”张晶指指不远处的一栋特别些的楼：“莫萌萌搬着了，那是大平层啊！租个大平层，谁信啊？”田锦瑜撇撇嘴。 苏医生也不必为了置气，张晶气笑了。萌萌的奶奶去世前把老房子给了他，那个独栋的小楼就在这。后来拆迁，他就选了这个大平层，二百三十平。另外三期还有两套才装修。我抬抬眼皮，田锦瑜的第一反应竟是回头去看。月川的脸色忽然变白，他上前一步，萌萌。 你怎么从没说过？田锦瑜扯着他的胳膊，咬着嘴唇，眼中含着泪。我想他明白，月川喜欢他的一百万甚于他。有的人就是喜欢掩耳盗铃，自讨苦吃。说什么？说我家庭刚在一起时，你说不喜欢，两个人背景差距太大，你要靠自己的双手像个男人。你的孩子将来做富二代，那时我信你的真心。 我愿意跟着你吃苦，所以我没说过我从不缺钱。虽不是富贵人家，可是也算衣食无忧。月川又向前一步，田锦瑜拽着他的胳膊。月川，我们都要订婚了，你还听他说什么？月川倔强地站在我面前，双眼通红。至于房子，这个是奶奶留给我的遗产，我不觉得值得庆祝。 而且当时房子的事情都是我爸在处理，我只签个字。我爸也没说太多细节，直到你妈问没婚房能结婚吗，我才想起这边的房子。所以我跟你说过多次，你没房子也不要紧，总有地方住的。他嗓子有些哑，低声质问：“我以为你的意思是租房子，你每天看我那样省钱买房，很可笑，是不是？” 我摇摇头，没有，我很感动。我以为你想为我安一个家，所以我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生活支出。我小心翼翼的守护的是你的自尊，只是没想到你不配。眼泪终于从他的眼中夺眶而出，他想过来拉住我，被我云淡风轻的甩开。月川，别让我更瞧不起你。我拉着张晶去酒店。 今天乔千燕还有很多人等着。晚上刚到家，电话响了，是岳川。分手后我把他拉黑了，他用了别的号码。苏萌，你别挂，你别挂，我有事求你，语气里都是焦急。说我姑姑心梗，现在在你以前那家医院，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专家什么的？我，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化验结果？ 月川，你姑姑有主治医生。我们分手了，别用这些理由找我。我正想挂电话，我后悔了。我爱的是你，萌萌。我一时鬼迷心窍。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堂哥买房子，身边同事也都买了。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发现似乎已经不难过了，因为不值得。如果今天我还是租房子。 没有能力跟你一起买房，你还会回头吗？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在他想回答时，我打断了。别撒谎，月川，我们一起七年，在我以为你努力给我未来的时候，你换了同行的伙伴。我理解这些年你的不易，理解你的选择，但是不代表我能原谅你。现在也算求人得人，人要学会满足。 半个月后，田锦瑜实习期满，临别医院大门口，我和他擦肩而过。我和岳川分手了。我想了想我的立场，似乎说恭喜或节哀都不太恰当。无论你信不信，我对他真是一见钟情，只是他从未喜欢我这个人。你比我狠，我裹紧大衣，那是因为我比你伤得重。再见。 月川是半年后在一款名车的 4S 店。你好，请问您想看什么车型？可以帮您介绍一下。接待人员热情有礼，可张晶在一旁指着远处的男士说：“我想让他服务，我掐他白肉一下。”压低声音：“我告诉你，我们是买车，不是逛酒吧。还点上了，让你家张扬知道。我不管你以后不帮我代班了。” 车也是大件，还不得选个自己喜欢的人服务？我就看看不动手。你看那个男的背影，是不是挺帅？我瞟了一眼，太瘦了，不喜欢。刚刚这个就挺好，面善。这时候接待员已经喊了小月过来，他转过头，还是那张冷静斯文、人畜无害的脸。张晶瞪着眼睛，捂着嘴：“是月川吗？瘦了好多呀。” 我无语，要是没瘦我就认出来了。我赶紧拍拍那位热情的接待员：“不必，我朋友开玩笑的，还是请您介绍一下你们新出的那款车。”我手指向最中间的那辆小月：“不用了，谢谢，你忙吧。”接待员笑容满面。月川转身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他站在那皱紧了眉头，脚犹豫的迈了一步，又因为同事的话止住了。 让他服务也没什么不行，多跳跳刺。难为张晶咬着后槽牙，我翻了个白眼，怎么还心疼他呀？屁！我不想让他挣提成。车买的十分顺利，回去的路上，张晶说：“当初月川和田锦瑜合伙买了房，但是月川出钱少，就只写了田锦瑜一个人的名字。分手后，田锦瑜不想要了，着急卖。” 可是着急就得亏钱，月川不肯自己拿了一百万给了田锦瑜，哪成想这钱是他偷偷挪用公款的。老板知道后，念他这些年的感情，只要求他马上还款，然后他卖了房就离职了。听说到底还是亏一点。你休假的时候，他妈妈还来住过几天院，就在我们科室。我心中波澜不惊。 提车那天，月川跟出来，我放下车窗，眼神疏离。他抿抿嘴唇：“那个，这个车现在刚上，不划算。”张晶一乐，买都买了。没事，谁让我们萌萌喜欢萌萌的爸爸，才给他打了三百万。他现在是小富婆。月川诧异的望着我，脱口而出：“你爸不是？没错，我爸是种地，但是种的是人参。” 我家是深农，前些年价格不好，亏一些。今年好了，正好今年所有的餐都起了。月川嘴唇哆嗦半天，我上了车窗，一脚油门，潇洒离开。后来月川每日早上都在我医院楼下，一束玫瑰，一份早餐。我经过他身边，连余光都不会留下。有保安，他不敢纠缠。我太了解他了。 他认为什么事情只要坚持就会得到，却始终不明白“覆水难收，木已成舟”。直到半年后，我捧着大树弗洛伊德玫瑰，挽着我的男朋友，被月川看到，他就再也没出现了。因为那天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男朋友说：“你那套房子有点小，太委屈我宝贝了，还是搬去我的别墅吧，有大院子。” 阿奇也一定喜欢。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老公带着白月光出游，遭遇车祸却被毁容的白月光起诉巨额赔偿。没什么身家的他让我承担，否则就变成老赖，影响女儿的前途。我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他精准的抓到了我的软肋。他通知我到医院探视，他多傲慢。 夫妻间为了别的女人分居快半年，突然传讯就是命令，但我还是去了看人笑话的机会顶难得不去才吃亏。我在医院楼下买了一把百合花，对着电梯反光通了通，短发拉了拉，珠灰色职业套装下摆，精神很好，是个干练都市女性，自觉满意服。一进病房，一股郁郁的热气就冲上来。 我眼睛里忽然放进那么多东西，有点惊愕，居然不住单间。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手里那束百合在大红暖水瓶、不锈钢饭盒、撕烂的童书与成人尿不湿之间，吓得洁白脸色都发黄起来。他左右床分别躺一个老头和一个儿童。 自己两条腿和左手都打石膏，挂在半空中。床头柜可怜的空空如也，只一个护工靠着墙打瞌睡。我慢慢走过去，他看到我，怎么搞的？我还是有一分余情未了，叫我先开口，就显得他到底有人关心。夫妻一场，不妨给他这个面子。喝了点酒，车飞到路基下面，他一说话。 大概牵扯伤口，丝丝吸着冷气，我如酷暑天里饮冰水，从头舒坦到脚。把花放下，那你好好休养，早日康复。他素来有点轻微酗酒、情绪化的一高兴起来，不管不顾妻女担惊受怕。终于有天里一次叫他自讨苦吃，我随即扭身就走。等下他叫我费力把脖子扭过来看定我。 我有重要事情对你讲，我抱手臂讲。他不做声了，忽然想起来这些年为什么同他冷战不断。这人精明过了头，花钱娶了个老婆来家，总觉着不划算，一定要在你身上看到回报。哪怕今天早晨替你拿双拖鞋，你晚上也非为他拿一次才行。我明白他的打算，他要拿重要信息换单。 兼住美名曰说话方便，你的感情生活与我无关，我不会为你出钱。我立刻挑明这件事与圆圆有关，圆圆是我二人独生女儿，我不得不大出血落后冷笑，对她讲：倘若她讲不出子丑寅某到期仍不续费，让她在普通病房的尿骚味中自生自灭。阮舒雅要起诉我。 告我违章驾驶，致他重伤，狮子大开口，要我赔偿他六十万元整形手术费与十八万元精神损失费。原来那一晚的车上，他带着白月光，还被白月光起诉，真可笑。但我不得不重视起来。陈志生没有钱，像一个十八岁的小毛头去追求爱情。他搬出去，钱连金表都捋下来扔给我。 更不用提存款、基金与股票，一改往日的精明嘴脸，只为证明他是真爱她，并不是为了他的钱。今天他被现实狠狠抽了两下嘴巴，打得目眩，半年不见一点利息，人家终于借机发挥我这个原配，错位变成棒打西乡的老夫人。可惜夫妻名分仍在，法律上少不得要为他掏这七十八万。 不然拒不执行，冠名老赖圆圆，前途无量，便前途无量。我沉默下来。圆圆理想是做法官，十二岁半已经积极关注各类社会新闻及后续判决。做母亲的不能推他一把，也至少不能做门前大山。陈志生把烫手山芋丢出来，长舒了一口气，居然有心思笑。他说：“妹人。”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我听了起鸡皮疙瘩。我全名苏人妹，亲近的人常昵称我妹人，带点话音比人妹顺口。他如今还这样叫我，一阵恶寒，想打断他硕果仅存的右手，闭闭眼睛，到底问他阮舒雅住哪间医院？我当然不会立刻就跑去做生意，最怕给人家知道你急。 一知道就吃定你漫天要价，非急出你一头的汗来。我要先陪圆圆吃个中饭，到他学校接他出来。我心里不是不乱，有多种可能。他终于受不了，他身无分文。不过借此机会假翻脸，真要钱好叫他们舒舒服服的双宿双飞。不然也可能是他自觉青春短暂，尚未无望，决心拿一笔钱另谋出路。 做人应当快刀斩乱麻，但我不能离婚。人做少女时，把一切事都想得容易，真正长大了才知道身不由己。两个人财产纠缠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四人的两条腿竖着劈开一半，便单腿残疾，谁都站不稳。况且圆圆要出国升学，有许多文件需要父母双方配合。 倘若离婚，多给他增添一层障碍。做大人辛苦如做一只暖水瓶，肚子里沸水烫着心肝脾肺，连一点热气都不许冒出来。拿个塞子把苦楚都堵在里头，留给小孩的只能是云淡风轻的壳子。圆圆从学校里跑出来，冲进我怀里，他很高兴，鬓角汗湿，一把抱住我妈妈。 我心里柔软的动了动。一个人一生中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句魔咒，从此叫另一人为你死心塌地、赴汤蹈火。我注视他，伸手把他额头的碎发别在耳后。他像小动物一样，用小脑袋蹭了蹭我的手，心痒痒的快。一米七的个子，看起来完全是个大人，可心里还是那个依赖妈妈的小女孩。 做母亲最宁静的一点享受，我带他去吃洋快餐，给他叫汉堡、薯条、炸鸡蛋挞，自己吃一份蔬菜沙拉和无糖柠檬红茶。这样自虐的烦恼也只属于大人席间斟酌对他讲：“爸爸出了一点意外。”他面色如常，继续大嚼热腾腾薯条。怎么了？那一刻，我心底耻笑陈志生为人失败。 在妻女心里，必不过一只马铃薯。爸爸开车撞到路边，没什么大事，只是骨折住院，要受点罪。那就好。小人一转脸就开始对我讲他自己的事。今天老师讲了新课，提问我们一个问题，同学都答不上来，只有我会，还上黑板做演示。很焦心的他，等我夸奖我，笑着亲亲他的额角。 在每个人的心中，自己都最重要。从某些程度来讲，圆圆当真是她亲生女儿一样的冷血无情。但做母亲的很乐意见到女儿如此刀枪不入，哪怕有一日她把我当烂包袱丢到大街上，只要她过得好，我向学校交还圆圆，又向工作告假，求老板给一个假释机会。老板在电话那头沉吟：“小苏。” 你手头案子复杂又急，我不给你假，又太不近人情。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职业主攻家庭、婚姻、民事纠纷，表面光鲜，其实自己后院起火，交给小张顶一下。我说，小张是我助理，能力不差，但考运坎坷，至今没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已经五年，今年考过一科。 明年第二科挂掉，后年再考过一科，大后年就有人运气这样差。老板勉强同意，但叮嘱我尽快解决。我放下手机，叹口气：做当代女性实在辛苦，几乎博古通今，要像古代女人会持家，会处理通房小妾外事，还要上市搏杀，还有个稚嫩幼儿全心全意依赖你。 恨不得劈你成十一份，独自踢一个足球队。我看看表，下午两点半钟可以驱车前去会一会阮舒雅。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他比陈志生伤得更重。有研究数据表明，突发情况时副驾驶最危险，因这司机下意识会保护自己，往往用力左打方向盘，把副驾挡在身前。 陈志生无事上琢磨如何捅人刀子，何况生死关头，他半张脸都包裹着纱布。你好，我对他说，他一只眼看着我，大概视力也受影响，有点茫然，眨了眨又看定我。自我介绍，我是陈志生的爱人，来这里没有别的意思。阮小姐安心养伤，我跟他早就完了。等等他出院，我就会和他离婚。 一个人如果只露出半张脸，你是看不出他的想法的。我继续说，阮小姐索赔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按照我的建议，起诉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他离婚后可以分走家里一半财产，远远高于阮小姐想要的数目。所以我希望阮小姐先不要急着起诉他。他警惕的盯着我，我笑一笑。 我知道这样讲很不正常，但说实话，我在乎的并不是钱，我不会在意他拿走多少，我会尽可能的给他，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要的只有我孩子的前途，我不希望他有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父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轻轻为他掖了掖被角，我会尽力促成这一切，但后面能拿到多少？ 是阮小姐，你的本事。他疲倦的闭了一会眼睛，终于开口：“我同意，但在我出院以后。”声音沙哑，如掺了沙粒。在你出院之后，假如我还没有离婚，你可以尽管去起诉。微妙的，我们达成一致。男人有时候过分高估自己，觉得一身臭肉比唐僧肉还香，在外头泥坑里打个滚回来。 老婆依旧不肯撒手，但事实上是家里与外面都没有人是看中他这个人。他此刻大概高枕无忧，还以为我会拉住他不放，来与阮舒雅唇枪舌战的压价。我几时做那样跌份的事情？刚一出病房，小张又打来电话，我好似一个不倒翁，谁都要来拉我一手，还不许我倒。苏姐。 当事人拿来了离婚协议，上面只写的双方没有共同财产，还是这么毛躁。我吃他共同财产是有法律定义的，难道他们写没有就没有了吗？许多夫妻都这样，不愿意说的太清楚，显得太无情、太冷酷，大家一笔抹过，私下里分个差不多就罢，结果到最后还是为了这些东西上法院。 那一点遮羞布连脸都盖不住。是是是，小张连声应道，又忍不住问我：“苏姐，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需不需要帮忙一点体贴？”居然来自经常被骂的狗血淋头的下级，我几乎要深深叹气，禁不住声音放柔：“工作麻烦你已经不好意思，我自己的事就更不好麻烦你了。没关系的。” 他脱口而出：“我闲着也是闲着，需不需要帮你接圆圆放学？”我愣住，一般的客套该在上一句戛然而止。你知情，我识趣，谦让一番，彼此都有面子，而不需要付出什么，惠而不费。但他似乎十分真心。圆圆有保姆接，多谢。这样他似乎有点失落，我难免不多想。 但一刹那又笑自己神经过敏、过分自恋，被陈志生传染上这致命毛病。一个律师总是有用的，难免人家是有事相求才这样殷勤。我深陷感情纠葛里，看谁都带桃色。要知道，小张小我八岁，还能想起他刚到事务所时，一张白纸般的学生面孔，刚闯入成人世界，努力过头。 整日西装革履，像偷穿大人的衣服，但尽职尽责。酒桌上连白酒都替我挡下，勇猛无匹，一口吸干。可惜力不从心，不一会坐在原地一动不动。这两只眼睛亮晶晶，瞅着你十分可爱。我倒也不是坚持男大女的老顽固，只是他甫一毕业就招来做我助手。 像养育婴儿，从牙牙学语、点点滴滴的拉扯大，几乎产生母性，因此断绝暧昧。可能晚上看圆圆做好作业，我又拿提包，妈妈去哪去看看你爸？他脸上露出一点异样神色，兼有抠手指、扭衣角的小动作呀。到底是血脉相连的父女要来吗？我问他，我不做那种要小孩也同仇敌忾的事情。 那个女人也在吗？恨她就恨在那样不加掩饰，丝毫不给我留颜面，给我女儿也造成了被抛弃的阴影，她也伤得很重。另外住院不和爸爸在一起，我把她散乱头发别到耳后去，温柔道：“妈妈带你去。”她很高兴。果然，白日里有伪装成分离异家庭的小孩子会多可怜。 记挂着一个，又不敢叫这一个知道，否则立刻叫监护人觉着被叛徒出卖。但他有什么错呢？他是我二人亲手捏制的一个小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也曾在两双手臂里安睡，想起来多么感慨。圆圆五岁时在睡梦中突然高烧，那时候一家三口口袋里只百十块现金，更不提代步车辆。 我抱着他向医院跋涉，打不到出租车，天寒地冻，汗水流到我眼睛里。陈志生那时给人打零工值夜班，但得信后匆匆就赶了过来。风雪娇家里从我手里接过圆圆，把脸微紧了，她的滚烫小脸喃喃道：“爸爸来救你了，爸爸来救你了。”有力的、可靠的、及时送医，挂上水圆圆。 天明前急退了烧，安静睡下。一只手握在妈妈手里，一只手握在爸爸手里。一转眼，人心骤变。或许非要患难才能共行。路上，圆圆问我：“你会和爸爸离婚吗？”我望着路沉默。前面有许多车，白色、黑色、灰色、红色都在飞驰。我忽的又想到他出事那一晚。 待白月光出街，必然志得意满至极。车子开得飞快，如乘风飘飘，不知所以然。两人的手在中央握紧。我忽然泄愤似的按喇叭，但声音很平静。不会的，圆圆，妈妈不会和爸爸离婚的。真的吗？他也知道这样要求多过分。这一代已不流行父母为儿女牺牲是天职理念。 可我又如何苛责他？是我一厢情愿，渴望一个小小身体依恋躺在我怀中，才把他带到这莫测人间，受百般烦恼缠身。他从小脾气很差，学走路被自己绊倒，学吃饭把热粥倒满自己，一脸不会说话的时候急着要妈妈明白他的意思，“啊呀呀！”叫着妈妈，依旧一头雾水。种种此类情形。 往往气得眼圈通红，他并不怎么嚎啕，但你看得懂，他那么小一张脸上居然布满怒气，为年幼生命中的种种不顺意，这种时候隐隐觉得亏欠他，分明人生这样辛苦，天天要造出另一个受苦的灵魂来，我心里一阵悸动，紧紧握住他稚嫩的小手，肯定道：“是的，妈妈不会离婚，圆圆。” 你不知道，妈妈在做你妈妈后，必然把心割一半给你，只要你快乐，另一半心粉碎也无妨。后来我也这样对陈志生说：“板着脸等你好了，不要再出去鬼混了，回家来住，家里需要你。”是他诺诺。到这时候，你才知道谁对你一颗真心，除了你的闺女和老婆，谁记挂你？他陪笑，用没伤的手拉我衣角。 一下一下的话，从前是我有眼无珠，同他做了十五年夫妻，并不是一丝好处都没有的。起初也因为恋爱在一起，我年轻，他也年轻，爱得热烈深沉，才甘心相互束缚，度过很多艰难时光。他投资失败，我被老板开除，失业一年半，两个人每天分食一个鸡蛋补充营养，睡觉仍相拥。 后来他变得小肚鸡肠，或者是爱意褪色，觉得石本那样的日子居然一去不复返。他看见我的眼泪，忽然也不再用嬉皮笑脸掩饰自己的过错了。对不起，我别过头去抹一抹脸，故作坚强，嗤笑道：“算了，学校要家长给孩子联名写信，增进亲子关系。你这个样子，不指望你写，你先把名字签上。” 回去我补吧。拿出一张黑四号白纸，指着底端，他不疑有他，拿过去，颤颤巍巍数上大名。我心里忽然空了一下，我先走了。圆圆还在家里，走一走又回头。家里新换了广东阿姨，叫她煮了汤，你尝尝。他一打开保温桶，嗅一嗅鸡酒汤，有酒要紧吗？一点米酒算什么酒？ 他嘴巴大概一刮出清水来，立刻取了调羹。虽然甜甜的，依旧是汤，但聊胜于无。车里居然有人等我，是个年轻男人，相貌很清秀，穿得中规中矩。我叫他小张，他只是笑。怎么样？离婚协议书已送达阮小姐处，并大张旗鼓叫他亲友都知道，陈太太已放弃陈先生。 并拟定及宫廷协议，在分身乏术之际，只有这小助手带点蠢气，肯替上司私事奔波。我假公济私，有点可耻，但已达目的。感激道：“多谢你能为你做点事，我才该多谢你。”再迟钝的女人也该明白这话里的意思。这告白来的十分不是时候，偏偏他这时候鼓足勇气，毕业五年。 依旧这样一张学生面孔，这样亮晶晶一双眼睛看着你，几乎要把我含在眼睛里。我叹口气，无可奈何。小张，我有远远。他耸肩，我喜欢女孩。不，你不明白。我在后视镜中望见自己的脸，三十五岁了，不算很年轻，虽然保养的大，皮肤比穷困潦倒的年轻女孩更好。 但眼睛里有说不出的沧桑。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心情和别人玩亲亲我的恋爱把戏。但要结婚，我不会再生孩子。圆圆是我今生的唯一，他已没有父爱，不能再平分母亲，任何机会都没有。我斩钉截铁。他的头颓然低下去，许久才讲：“我多羡慕陈先生。”我深深注视他：“你不该。” 他忽然抱住我，我浑身僵住，我背叛了。这时候想到的不是陈志生，而是圆圆，但不想推开。渐渐觉出他臂膀有力，胸膛宽阔来。记忆作祟，总叫我把他当血统。无知无觉间，他已是个成熟男性。做母亲的人也是人，被他触碰的肌肤如过电一般，轻轻发麻，一直传到心尖上。 这样的多事之秋，我精疲力尽，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刺客，有人疼惜，只觉着鼻子发酸，眼泪如开闸一般向下落。小张带着胆子吻我头发，诱惑道：“你已经足够辛苦，来，不要太逼迫自己，我们去喝一杯。”简直像听到海上女妖的歌声，我几乎要点头。手机忽然大吵大闹，打破暧昧氛围。 我一接起来，听见里面气喘但冷静的声音：“苏女士，请您立刻到医院来。”幸而我根本没有离开，立刻推开车门，拔腿跑上楼梯。陈志生的病房里挤满了医生护士，有白大褂趴在床上，用力按压他胸部，试图使心脏复跳，用力之大，让他看起来像个橡皮人。 我疑心他内脏会从口中吐出来，又开动我不认识的仪器，像两柄熨斗，合时一擦，向他胸前按去。他整个人被电离，病床濒死大鱼一般弹跳，一下又落下去。他的咽喉处已被切开插管，血淋淋。我分明是他最亲近的人，这一刻却是最格格不入。我看的心惊，双腿发软。 一双手臂有力地扶住我，我眼前雾蒙蒙发灰，金星乱转，心电图仍执意不改一条直线，冷冷报警抢救。事实上，不过近人道主义终于到头，已经不需要有人通知我。医生已经耗尽体力，额头流汗及疲惫，但仍安敏地望我一眼。工作失败，他亦绝不甘心。有人推我。 推搡我走进那间病房，如今已是他临时的停尸间。护士正除去他身上的种种仪器、针水管道。我看了一眼他的仪容，浑身发抖。不到二十分钟，我离开，他已经面目扭曲，脸色惨白，嘴唇深紫，双目空洞圆睁着。生前一定遭受极大痛苦，挣扎间手指居然生插入床褥里。 谁让你们给病人喝酒汤的？护士斥道：“他今天换药了，你们不知道吗？”我嘴唇哆嗦着他，他他没说，他说不要紧。那一罐鸡酒汤已经被他喝干，桶里仍散发鸡汤和甜甜的米酒香味。他带着医疗垃圾出去了。我慢慢坐到地上，耳朵里嗡嗡作响，听不见声音，做梦一样。说不恨他是假话。 但来的这么快，一个人的生要十个月，打地基二十年蓄力，然后才如蝉一样到阳光下求偶生活，抚育后代光鲜两十年，然后灰败苟延残喘两十年，四却这样山崩海啸，我忽然不敢看他，连这间屋子都不敢呆，只觉得森森有鬼气，手脚并用，失尽姿态的往外逃。 好容易在走廊上站直身子，又剧烈呕吐起来，胃里翻个朝天，十分痛苦。恍惚听着有人在远处叫我，我被人用力抱住，一个年轻男孩子，很高大，手臂很有力。我好一会才认清小张的脸，他也脸色惨白，大概做了亏心事，怕鬼来敲门，但仍肯让我依靠。 他说：“想想圆圆，虽然我知道这很难，但你必须坚强一点。”我渐渐恢复神智，喃喃道：“是的，圆圆，我可怜的，永远失去了父亲的渊源。我虽然不幸，但曾经拥有极幸福的童年。那时候，做父母的更敬业一些，为了子女，肯将性命付之一炬，纵然死了，魂魄都还要出来保佑他们。比起他们。” 我常为自己仍保留一点寻常人性有愧，我嚎啕大哭，路过的人连眼神都吝啬给我一个盖因。医院里最不缺的就是种种死别，任凭父母、子女、亲密爱侣到此，今生缘尽，也有人凑上来。我们有全套寿衣，趁人还软，抓紧时间穿戴。死的生意，小张替我打发，不用我把脸埋在他肩膀。 但他轻轻扶我起来，注视我一塌糊涂的面庞。每每死者为大，他不再以官称呼我，我仍抽烟哭。有惯性，请你帮忙。他不久入殓，有些人总要来见我，替不了你，我心如刀绞。我怎么对圆圆说人世无常？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体会这样残忍的事，以后还有很多，不得不慢慢学习。 小张忽然很可靠，成熟且温厚。我定一定神，是请你在这里留一会，我去接他。圆圆痛哭好久，醒来躺着，怔怔望一会天花板，她眼泪又开闸。我把早饭端到床上，支起小桌板，命他起来吃饭。我吃不下，他忽然又大哭起来。我沉默的看他，轻轻拍他的后背，他一把甩下我的手。 眼睛红红的，怒视我。你一点都不难过，你现在很开心了，是不是？我忽然受到严重指控，但我原谅他。灾难来的无缘无故，没有办法找罪魁祸首兴师问罪。年轻人又不肯认，命中注定，不得不找一个口子发泄愤怒。良久，我说：“你要我怎么样呢？”他知道自己迁怒，低着头不讲话。 被子上滴滴答答出现圆形的眼泪痕，我起身要走，他猛地扑过来抱住我腰大哭：“妈妈，我错了，不远，你没有错，一个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不会错。”我注视着他乌黑的发旋，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就很多，生长很好，不似一般小孩子的胎毛，柔细发黄，贴在头皮。护士看了笑道。 这孩子脾气硬，陈志生那时候很得意，说随我。其实石诚石像足，我有多坚硬？我抚摸他的肩背。妈妈收到律师函，今天要处理一点事情。律师收律师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方当事人是阮舒雅，葬礼那天我已见过他，奇迹般的他，一张秀丽面孔恢复良好。 几乎看不出曾遭撞击摧残，不知花费多大价钱整形。但万幸中的不幸，他手臂不能复原，一节骨头粉碎不能修复，左臂比右臂短二寸。静静站着还好，与人觥筹交错，立刻原形毕露，花费巨大，不甘心自负盈亏。幸好还有我这个未亡人可以追溯。我只笑一笑。 对方律师姓徐，我说：“徐律师，我非常同情阮小姐的遭遇，也认为这笔费用理所应当该陈志生承担，他毕竟是肇事者，于情于法都有这个义务。”他静静看着我，因为此类话语下面通常有个“但是”，我俗套讲：“但是我与圆圆均放弃陈志生的遗产继承，大家都是做法律工作的，你应当清楚。” 不继承遗产的人，亦不负担债务。他愕然，不甘心，追问我：“你二人有房有车有钱，难道宁愿上缴国家，也不愿意拿回一部分？”不，我微笑起来。陈志生名下并无任何财产，我二人早已公证婚内财产。他光身子去追求爱情，所以何来遗产？ 至于他若有留在阮小姐橱柜中物品，我不做追讨。徐律师脸色青了又红。有公证文书，我配合任何鉴定。我把文件推过去，说的干脆。当然，因我知道当代技术还无力分辨签名究竟来自几个月前还是近几天。签名当然百分百保真。他在病床上签署。 然后由我装真治几个月前就做好的文书里公证处理，有多年好友配合违规行事，当事人其一未到现场就盖上大印，登记至计算机系统。总归如今死无对证，无可畏惧。婚内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我轻飘飘把他打回去，调书袋，未免稚嫩。 法律往往就是这样，不管多么复杂、多么混乱的关系，只要具备了某样条件，立刻如快刀一斩，戛然而止。姓徐的律师铩羽而归，阮舒雅已丧失胜诉机会。他太年轻，不记得一句俗语：“落袋为安。”凡是金钱不真真切切拿到手里，总有意想不到的可能灰飞烟灭。他输在亲信。 被我的假动作搞得眼花缭乱，居然乖乖等待，或者没想到我有这样魄力，一步错，步步错。我站起来，把公证书锁进文件柜，远远跑进来。妈妈怎么了？她忽然扭捏，就是叫你。我极温柔地注视她，向她张开手臂，这半大姑娘一下扑进我怀里，沉甸甸，热乎乎，我不由自己热泪盈眶。 想起他刚出世的时候，只成人两只手掌大，一张枕巾做被子就盖得严严实实，头顶还是软的，随着呼吸轻轻吸动脖子，手脚也无力。我同陈志生面面相觑，不敢抱他。每天晚上，我都忍不住摸一摸他的鼻息，怕这脆弱小生命离我而去。 母乳到六个月，对职业女性来说是巨大的负担，不能带孩子去工作，只得一天三次往家跑，喂她一次，并抓紧时间吸出一顿母乳，再大些用。防人贩子，防老实不辞，防男性有非分之想，简直不知道怎样把他养得这样大的，的像做梦。付出越多，便越爱他，眼里揉不下一颗沙子。 不肯叫自己十年青春白白抛入水中，我用力抱住了圆圆。妈妈爱你，我听见自己喃喃道：“真的，妈妈永远爱你。”只是有时候大人会替小孩子做些重要决定，因着他太小太重，情太长，痛不如短痛。圆圆，请你相信，妈妈并不是没有爱过他，也并不是铁血无情人。 当我最绝望时，也从未想过置他于死地，只是他不该动属于你的东西。阿姨煮汤的时候，我叫他麻烦接一下圆圆，这边我看着就好。汤里多撒下两匙糖和香油，遮盖味道。拧开一瓶高度数的白酒，我倒下去后，心跳如擂鼓，怕他喝，怕他不喝，怕他死，怕他不死。他没注意我触碰他的手。 冷冰冰的手心全是汗水，他一生就是看不到许多细节。命运最终一锤定音的时候，我也心痛如凌迟。我轻轻的吻了吻他的头发，他有点羞涩，刚刚同妈妈吵过架，为的是一个叛徒，不好意思把道歉讲出口，但夜已后悔。我深谙这丫头心里的一思一想，十分欲贴。我们去吃饭好吗？ 天下母亲的求和方式，黑亮的圆圆眷恋的眼睛。我把手机带在身上，屏幕亮一下，收到消息。我专心开车，没有查看。老板在微信中质问我开掉小张，他做错事了，怎么这么突然？过一会我会回复他的，大概是我认为我需要一个水平高一点的助手。 至少通过司法考试，带起来也有前途一点。铮铮无妄之灾，他没有错。爱一个人有什么错呢？他那样年轻，那样热心，那样肯付出，他只是不该动摇我的一颗心。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未婚夫知道我是孤儿后取消彩礼，还要我两套房产，但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亲生父母。 并且我爸是他现在的老板，我和刘震恋爱一年了，因为我们俩年龄到了的原因，也开始谈婚论嫁了。我是孤儿，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自然是不需要刘震见我父母的。我挑了个日子，就带上了准备好的礼物去见刘震的父母。刘震是本地人，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我和刘震到的时候，是他爸爸开的门。 我见了他爸爸，把手里的礼物递了上去。“叔叔好，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刘震的爸爸看着很和蔼，接了礼物，邀请我进门。我本以为他妈妈没出现是因为在上班或者在厨房忙活做饭，没想到我进了门，换了拖鞋之后，就看见他妈妈正双手环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阵势给我看傻了。刘震上前笑着介绍道。 爸妈，这是江倩，你们叫她倩倩就行了。刘震的老爸十分热情：“倩倩，你坐吧，不用客气，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刘震的妈妈却还是冷着脸坐在沙发上。我当然也不会真的去坐下，就还站在那。一瞬间，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尴尬。刘震的爸爸见状便咳了一声，看向还坐在沙发上的刘震的妈妈：“这是小江。” 你怎么不跟人家打招呼？刘震的妈妈闻言哼了一声，道：“这是我家客人，都没自我介绍，我打什么招呼？”我笑了笑：“刘震，原来你家的待客知道是这个呀？”行，我不受欢迎，我走了。我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留着妈妈这么不欢迎的态度，我可不会惯着他。能让我江倩服软的人，还没出生呢。 眼看着我转身就走，刘震吓坏了，急忙上前来拉住我身后。刘震的妈妈也没想到我这么刚，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你。”我收住了脚步，问道：“怎么，阿姨现在能站起来了？刚才我还以为阿姨腿脚不方便呢。”刘震的妈妈脸色很难看，她黑着脸，却又被刘震给使了个眼色，不得不低眉说道。 刚才阿姨和你开玩笑，你瞧你这么不识趣。咱们呢，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们家就爱开玩笑。刘震的妈妈说着话，故作亲近地走过来，牵着我的手。我笑了笑。我想到之前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了刘震和他妈妈打电话，他妈妈对于自己儿子交了个孤儿院长大的女朋友这件事十分的介意。 可是，当他知道我自己开工作室，并且手下有两套全款的房子的时候，却又改变了口风。刘震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奋斗了一辈子，也就是一套五十平的小房子，目前还在还贷款。所以在知道了我的财力状况之后，刘震的妈妈便迫不及待地让刘震带我回去见他们。本来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心里是膈应的。 我眼里向来容不得沙子，可是看着刘振为我忙前忙后的样子，我又心软了。我和刘振虽然在一起只有一年的时间，可是他对我很好，几次惹我生气，我还没说话，他自己先道歉，说着说着都哭了。我是母胎单身到现在，刘振是我的初恋，我一直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刘震肯为我哭，那说明他得多爱我呀。 我仔细一想，以后即便是结婚了，过日子的是我和刘震他爸妈，就算是极品一点，以后不住一起不就好了？没道理因为他妈妈而放弃这么好的男人了、啊。所以我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提着礼物来了刘震家里。我没想到他妈妈还准备了这么一套戏给我看，想给我个下马威，真是好笑。 看着刘震妈妈牵着我的手亲密的样子，我笑道：“阿姨，这下巧了，我也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刘震以前说你和叔叔比较传统，我还害怕我开了不该开的玩笑呢。现在好了，既然大家都是喜欢开玩笑的人，那就太好了。”说着话，我不着痕迹的抽出手来，看着刘震，妈妈，阿姨刚才说你腿脚不好。 我也是开玩笑呢，你不会生气了吧？刘震的妈妈明显是愣住，她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对了。刘震看着情况不对，急忙打圆场：“都站着干嘛呢？快坐下，快坐下。”说着拉着我坐下，小声道：“你干嘛呢？那是我妈。”我轻笑：“我的脾气你是第一天知道吗？”刘震被我怼得说不出话来。 坐在了沙发上，我喝了一口茶水，感觉心已经凉了半截。刚好最近工作比较忙，吃完这顿饭之后，我就冷落刘震一个月，刚好也能仔细想想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刘震的妈妈刚坐下就忍不住问起了我的一些事情，话题一直朝着我的两套房子上去。小江，其实阿姨对风水玄学还有些研究。 这玄学上说，女人是不适合有太多财产的，即便是有，也最好是能写在老公或者儿子的名下。女人守不住财，我简直要笑出声来。打我房子的意图这么明显了吗？有点心眼子，但不多。我放下了茶杯，清了清嗓子。阿姨，没想到您还对玄学这么有研究呢。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本来是想送一套房子给你和叔叔的，准备写在您的名下，可是您这么一说，还是不要了。女人嘛，受不住才刘震的妈妈面色瞬间跟吃了大便一样难看。刘中间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却看见刘震和他妈妈在阳台那边，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悄悄的凑近，就听到刘震妈妈的声音。 这小妮子脾气可真火爆！我的儿啊，你要是真的和她结婚了，得被她欺负成啥样啊？妈妈从小把你捧在手心里爱护着，可不是为了让你长大去给这头母老虎当奴隶的。刘振听着他妈妈的话，点着头说道：“可是江倩条件好，她一个月赚我一年的，留着。”妈妈听了这话也十分惊讶，又道：“说的也是，她是孤儿。” 以后的钱都是你的。既然是孤儿，这彩礼钱也省了，也不用准备婚房了。儿妈可要提醒你，你不能老是被他拿捏着，你得慢慢的把他手里的钱弄到手里来。这样，咱们娶个媳妇一分不花，人家还倒贴，这可是光宗耀祖的美事。而哟。刘震在旁边不住的点头。我回了房间，眼神里闪过一丝凌厉。 好打的这个主意，看来刘震要在我和他妈之间选一个了。本以为这件事还需要很久，没想到就在当晚，我借刘震的笔记本用的时候，意外看见他的浏览器痕迹，看到了他今天发的帖子。帖子的标题是“女朋友是孤儿，还有两套全款的房子，我还需要给彩礼吗？”看见这个标题，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慢慢的往下滑，跟帖的人很多都在说：“哥们可以呀、啊，既然是孤儿，那房产肯定以后也是你的。真羡慕你，结婚都不用买房，有现成的彩礼，都是丈母娘卖女儿的钱。既然你连丈母娘都没有，那还给个屁呀、啊？附议楼上兄弟，要是真的想给，就买点纸的烧给丈母娘呗。” 看来找个孤儿女朋友是大趋势啊！彩礼都醒了。我看着底下的帖子，心沉到了谷底。尤其是这其中的很多条，刘震都点赞回复了。看来他已经决定好了。可笑，我还没和他结婚，已经开始算计我的财产。这要是结了婚，他和他妈岂不是都要趴在我身上吸血？孤儿又如何？ 当初说会给我家的温暖，弥补我以前二十几年的缺失，现在看来统统去踏马的。我删掉了浏览痕迹，记下了他的名字。一旁的手机不断的震动，我看到来电显示没有接。前不久，一对中年夫妇找到了我，他们是新闻上常见的名人，在这座城市可谓是富甲一方。 男的自我介绍，姓霍，霍先生跟我说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并且要跟我做 DNA 鉴定。我本来不同意，可是又觉得如果真的是，那我也就拥有亲生父母了。虽然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看起来是个女强人，可是我的内心还是很渴望亲情，所以我就同意了做 DNA 检测。电话一直震动个不停，随即微信弹出来。 我打开看了看，是霍先生发来的信息：“倩倩，你是不是在忙？我不打扰你。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在你家楼下的咖啡厅等你。我有很重要的话和你说。”我心中咯噔了一下，莫非我真的是他们的女儿？想到中年夫妻泪水连连，在我面前哭诉，已经寻找了我很多年的样子，我的内心忽然柔软了一块。 刘震把我送到了小区楼下，还没下车，我就看见了等在路边的那对中年夫妻。刘震也看见了，他神色激动。倩倩，我先停一下。”说着，急忙下了车。我也跟着下去。刘震很激动：“董事长，您怎么在这里？你要打车吗？我送您啊。”霍先生很疑惑的看着刘震：“你是？”刘震很激动。 低头哈腰的董事长，我是霍氏地产的员工，我叫刘震。能在这里遇到您，真是我的福气。我惊讶住了，真是好巧！我差点忘了，刘震的确是在霍氏地产里上班。我想到这一点，再看刘震对霍氏夫妇殷勤的态度，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霍氏夫妇说话之前。 我先用手机编辑了一条信息过去。霍先生听到手机的提示音，看了看手机，继而抬头疑惑地看着我。我的信息是让他们先走，至于为什么，事后我再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解释。霍先生看向我，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霍先生便心领神会道：“啊，对，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些事情要忙。”刘震闻言急忙道。 好的，董事长，我送您。霍先生摆摆手，不必了。说完话，就带着还一脸蒙圈的霍太太离开了。刘震似乎是还没反应过来，一直站在原地看着霍先生和霍太太离开的背影，一直不停的挥手。即便是霍先生和霍太太根本没有回头看他。等到俩人都上了车，刘震才停下了点头哈腰的动作。 我看着他，只觉得眼前的男人好陌生啊！我从没见过你这副样子，你不觉得你奉承的有点过头了吗？刘震听着我的话，撇嘴道：“倩倩，你不知道，这两人是我的领导，可是霍氏地产的老板和老板娘，董事长叫霍振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我听说他年轻的时候算是白手起家，一手创建了这么厉害的霍氏地产。” 如今身价都得百亿了吧？刘震说着话，一脸的向往。